喂，喂喂喂，喂喂喂网络中断啦，网络中断啦，我家小区到底是怎么啦？喂，有了吗？他妈游着游着，我操，没人说话了，吓我一跳的，我以为鲨鱼把那个网线啃掉了。喂，好了吗？自从小区上一次大断网之后，这小区这网络经常出问题，我经常半夜我都断网，我要去投诉了，我要去投诉了。搞什么在搞什么？我主播精品网，我操，搞什么？好了吗？现在好了吗？现在还卡吗？现在还卡不卡？喂，喂，喂，有喂。喂，哦，有了，有声音了，你还在里面有吗？我建议可以直接退款了，要不退了吧，建议。我游到那个鱼身上了，然后直接穿模，你游然到后鱼吃身饭的上时候，转播啊？咱那鱼直接穿模的，然那后可这以吃完，啊？就是把你的饱食度给你回满，然后也没有成长，也没有啥，就是把你的饱食度给你回满，没了。没啦。然后等一会儿你饱食度掉一掉，可以再吃一口，对。就这样，就鱼只是一个贴图啊！对，天哪，那为什么下面好评还蛮多的？鉴定为游泳聊天模拟器，半成品的大学生作业。我天我感哪！觉他们是不是被邀请来的这个他的游戏制作者的朋友啊？所以评测的时候收着点手说，不是半的，成品大学作业，你想一想，不一是般这。垃圾游戏的评价是毕设作品。而这个评价是半成品的那毕可能设，就是他的同学啊，你看半成品的毕设，你听你品这这个评太离价，谱了！我以为70块钱至少这个内容能达到那个恐龙那个游戏级别，我操！这太离谱了，太这离真谱的了。太离谱了，离谱到一定情这个境界了，真的太离谱了。没有成长的，太离谱。不是关键，你说你搞点 NPC 鱼啃啃嘛也就算了，对吧？攻击攻击你那还有点意思，那鱼只是个贴图一个，离谱。原是尸体贴图，哎，要不上山吧，鸭师傅，上什么上山？山玩个手，demo，什么上山？上什么山？横起直折，现世，demo，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慢点，慢点，什么啥？横起直折，现世，然后 demo，横起，横起，横起是我什么横起？你打公屏上吧，打公屏上。阿道不是在跟牛哥打枪吗？阿道，啊，牛哥，想我嘞，哎，想我了，很疼，肯定是被我你读们一下搞他们，得这个就是那个就心态崩溃了，不是会没吧？打过杨妹吧？差不杨多，妹 CSGO 比你猛多了，哎呦，这什么？这又是什么啦？李娜，这又是什么？我问你，你这应又该是会喜欢的啥？呀。什么第一人称视角解不谜是不冒是，险游戏？后面有个现世，后面有个现世。啊，还不是这一个，藤他起出直了个折 demo 版，我现觉得世，你会喜欢。也是解谜的了，恐怖的。啊，我觉得你会喜欢。不，主要是它里面要捏法诀，你知道吧？要念法诀的。要捏，手上会做动作。引擎，这是 UE4 吗？为什么感觉素材都是一套呀？那些恐怖游戏都有这一套。李娜普通话算标准的了，我认识的有一个长沙的朋友，他上次说他要回去，他说是回客，我要李回娜是客，不是？我要回客，如果写在，我要回客。回客路上，回客，回客路上，他说的是回客路上，我一下子没听明白，我操，他说我在回客路上，回客，下载一下。原本之前跟阿佑看那个，有一个那个很像《盗贼之海》的那个，但好像 Steam 上没有，好像是去官网申请的，但也没找到官网哪里申请，很尴尬了。叫什么什么什么水漫什么的，不知道怎么搞。那看上去还不错的，什么还有交易什么的，也是多人在线的，4个人一艘船，然后一个服大概200、300个人，
然后互相打的，然后像这种索马里海盗一样的，感觉还挺有意思，还免费的，可惜好像申请不了。看去挺得劲的，湖北也有这种口音，昆明也这么说的啊，都这么说的，回客。新出的友境对决，哪个？就 Friends vs Friends 啊？那个好像要用卡牌的，我看打枪要用卡牌的，要用卡牌的。这个不恐怖的，这游戏我来看看，但是这感觉游戏品质一般，应该是一般，看去比较一般，正好在下载，看去比较一般。我这网估计这小区还是在弄，我估计待会有可能随时要这个掉线啊。妈看个 Steam 视频都卡卡的，我的，什么烂这是啊？雷电法王啊！手指一捏一搜，就直接劈雷电出去啊！什么呀这是啊？就是什么？这啥？我的妈！啊！就是这种纸人啊，比那种一突然突冒出来一坨，你不知道怎么形容的东西恐怖多了。你不会你不敢玩，交给主播玩吧？啊，半沙对河啊，恐怎么怖了？解谜冒险类游戏，一个好，以我好真像实发大现你小的为问蓝题本。了，什么我的问你题？上传有问题。不是上传，就网的问题，就网有问题。小区那个他那个设备上次说什么被一个人搞坏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坏的。小区那个光分箱，就人家客户就各家客户那个光纤分出来，就从那个光分箱里要出来的。他说什么有个人把那个光分箱里面的设备搞坏了，我真不知道半夜是怎么把这东西搞坏了，我真是搞不懂。到现在好像还是有点问题。上次电信已经去小区来就修过一次了，修完还是这样。你说的都是搞坏了，那应该真的就是搞，然后坏了。我估计有可能是有很，就是有谁酒就是老酒吃饱了，吃完之后往光分箱上面撒了泡尿，我估计是这样。那天直接断网呀，就那天就上个礼拜一还记得吧？就玩那个什么来着？那个逃生试炼，玩着网络直接崩掉线，我以为电信维护了，结果到早上6点钟，我看还没好，我就给电信打电话了，结果他说光分箱坏了，我估计肯定是半夜有个人尿尿尿在那个就是光分箱上面了。肯定是这样的，尿上去了，绝对的。游戏很一般呀，要不看看那个友境吧？那个时候你跟又玩，干嘛？可以多人玩的呀，Friends vs Friends，只能两个友人，境对组队决。只能两个，组队只能两那个，不能我们 PVP 吧哦，就是匹？2v2 匹配的，啊，只能匹配。看吧，友境对决25块钱应该还可以的呀。你那个干脆直接之后玩正式版本好了，demo 没什么好玩的，玩一会儿又停了又。弄啥？看一看。感谢粽子粽大老板送的一个大保时捷，感谢粽子大老板，祝粽总大老板越来越帅，身体健康。感谢粽子大老板。说起粽子，有点想吃那种甜粽了。有点想吃甜粽了，蘸那种白砂糖，挺好吃的。但我希望甜粽里这种白粽啊，不要放赤豆，就那个就是不要放红豆，放红豆就感觉很恶心。就喜欢那种纯纯的白粽，甜甜的，蘸白砂糖，感觉就很好吃。不要放大枣，放大对枣对对，也不要放大会枣这变。种东西，不要放什么枣了，七七八八的那种什么红豆了这哎，种，不他要们放，老千万人很不要喜放。欢放枣，里反面正岁放数点大红，了。就那个里面放点那种八宝饭里面的豆沙也就算了，稍微糯一点的那种还可以，千万不要放什么红豆了、枣了这种东西，还有那种上面贴着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就那种切糕上面会放的，像那个花生米一样的，一片一片的，很薄的那种，
完了，那个叫啥啊？就特别就切得特别特别薄的那种花生米，像那种杏仁一样，然后贴在上面。啊，我受不了，这个那个真的受不了。友情对决，安装。不是葡萄干，不是葡萄干，要么就咸粽，咸粽的一定要吃那种什么的，就是那种肉粽或者是蛋黄粽那种就好一点。应该差不多就这两个粽子品类了吧，没有其他粽子品类，没了。粽子其实这东西蛮讲究的哦，就是这个米是怎么发的，米就是浸什么东西怎么发酵，然后包的这个叶子怎么包，叶子的品种对于你这个粽子最后的口感都有很大的讲究，都是这样的。但是就我们中国人做菜是吧？你去看那种菜谱，你就很难把握，就是你看那些菜谱，就教给你那些学做菜的菜谱。前两天我去看，都是那种什么，都是少许、适量啊，就没有一个很准确的数字。就是你适量，那适量该怎么放呢？对吧？盐少许，什么什么适量，就感觉是要根据每个人的口味来，你就看着放就行了，就这意思。就不像那就种感人家觉，做的那种，就是这种西餐的那种什么甜品啊，这种类型的，什么烤箱里烤出来的，他会很精确的告诉你糖是多少多少克，啊，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盐是多少多少克，什么胡椒粉多少多少克，他会说的很那个。他这个我看过，就是我们中餐的菜谱全是适量，就是适量少许这种。老道会不会做菜啊？老道。会的呀。会的，很会做的，老大。一般吧，不算会。啊。宇哥在玩暗黑四，牛哥在玩 CSGO。刚刚那个画面，哦，我看错了，对不起。我看了那天晚上云哥那个 Onlap 掉下去之后，他又切了这个游戏，然后被 AI 锤了一顿。被 AI 锤了一顿，然后退游了。我来看看啊，看上去好像这游戏 AI 挺难的，好像。阿贵，graphic content。哪里挑中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选项。哦，看到了，他这个字体写的有点那个了。看到了，游戏数据分析官。综合质量。默认角色断肢和血液显示是关闭的。OK，视野120有点太高了，100。OK，怎么组呢？加号，Steam 上上线。游戏有个内置的好友列表，是不是要加这个？没有啊，我点邀请直接是弹 Steam 的。哦。啊，我直接弹 Steam 的。
他这个不是，他又是打枪又是卡片是什么意思呢？看到你了，黄金包，完了，这个卡牌好像是要抽卡的，啊，这卡是要抽的，炉石啊，天哪！卡牌是要抽出来的。驯鹿萨尔托，鸭子安德森 ，DJ 牛顿，那肯定选鸭子了呀，百分百鸭子，就这个，选个鸭子。创建牌组补充包，没有可开的卡牌包，创建牌组，大脑袋小脑袋，生命值增加，行动变慢，这基本的。我的天！每日任务还没解锁，先弄弄看看吧。我看看二 v 二，可惜了，今天人比较少。干嘛？怎么了？那个 Michael Walk 是那个就免费了，免费了。那内容没加，其实没什么意思了。然后送了我们一个通行证。选日本啊！哎呦。晚上云哥播吧，肯定来播。反正没有点。哦，好像可以四人房间呀，可以四人房间的呀，可以二 v 二的。这什么东西啊？生命值增加，替身术，莱卡，莱卡是枪。挪威亚右对什么？这他妈不是日本人吗？生烟拿铁。什么生烟拿铁？升温好像是什么生鸡蛋的意思啊，好像是。我这是什么啊？这技能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使用？就安逸就使用啦。啊，我好像已经全用完了。啊？但我不知道这打干嘛用的。打人类啊？好，在这楼梯上。怎么切换这个卡片啊？滚轮啊？我不知道。我这小手枪怎么打别人啊？后面来人了，进来了，打他打他哟！我在狂打他，再打，你打屁枪没打中，我狙击枪，我要用个急救包了，等一下，我用上了，你死啦？没有，来我这儿，我死了。我打死一个，哎呦，我打死一个！我也打死一个。你哪里打死一个？没死吗？死了呀。现在几比几啦？最大生命值减少是什么卡啦？这是，往对手的手牌中添加垃圾卡，可以。用啥？胡萝卜燃烧弹。人呢？不要打队友啊！有框子是有，完了，我看你好像有点卡，是不是开加速器啊？是游戏卡还是帧数啊？游戏卡应该是游戏卡。我看你不卡呀？我看还有走路一顿一顿的。来对面看到了，我先扔个燃烧弹。他被我狂揍，我也扔个燃烧弹。你是不是在打我啊？没有，我怎么已经没血了？你死啦！我死了。我发现了，这两个人是有皮肤的。你看他俩都不是默认皮肤，应该是老手，玩了很久了。我分析了一下，应该我他妈直接用莱卡了。抵消牌，抵消对手打出的下一张牌，抵消。用啥？注意看一下自己的卡牌，卡牌游戏这是，知道吧？卡牌。我来制胜，已经制胜。他们一顿了，在对面，对他们一顿。我狂打。跟后面的，跟他们应该连血了。死一个，再还有个，还有个，还有还有个。OK， 没死。啊！啊！他还有多少滴血？打不到。问你啊，哟！上脚啊，对面还有56。怎么回事了哟？
我那枪两个人雨露均沾，最后一个打掉那个人躲起来，那个人应该没血，残血了应该。完了，我主要是七滴血了，我最后七滴血打了一手，但没打死。对面十级、十三级确实是老手了，这帮比友是老手了，确实是老手了。两个一级，卡片都不一样了。我看看这个上面已发现卡牌是什么意思啊？你看看，别人说了，又满血被人打死，看到没有？加经验了，才加这么点经验啊，65啊！完了，这升级路有点难啊，能不能匹配一点？啊，你说没什么特别大的作用，感觉什么东西？你说卡牌啊？啊，有用的好吧？卡牌我刚刚掏了把枪，那个枪打人一滴就打，就那个打人一下直接20滴血，好吧？你这普通小手枪打就是那个就打别人才10亿，这样吗？啊，才10亿，我得开个加速器，我觉得我出去开个加速器啊。你最好也开，我看你巨卡无比，应该是延迟有点影响，我去开个加速器。还好吧，对面就是这游戏可能玩的有点久了，卡牌应该比你多，就那些卡组多一点。这游戏应该是要拼卡组的。开加速器去，还是有搞头的，有劲对决。有劲对决，加速。你也加个日本吧，有吧？哎，我加的是香港，就加香港吧，香港，香港，香港离你近一点，应该。OK。游戏名叫《有劲对决》。角色等级高，角色厉害。那个机头卡牌还有等这个角色限制啊、哦，有些卡牌是我这个角色用不了的。因为我看他这个角色里啊，你看他这个角色啊，有很多种，有一些要6级才能解锁，有些12级才能解锁，看到吧？鸭子安德森他会固定一张卡牌是药用价值，每回合在手牌里添加一张治愈草。刚刚阿佑选的是 DJ 牛顿。他有个老花镜卡，每回生开始提升准度。那你不能用这个人物呀，哟！啊啊！每回合开始准度提升，对你有什么用了？没用的呀，这个你不能用这个的呀，这个对你没用。我用利爪雷鸣盾，造成更高伤害，怎么样？准度提升没用的呀，你到鼠标也要歪掉了，没用的呀。子弹能造成更高伤害。好像也不太行啊，这要不选这个驼鹿萨尔驼吧，要不啊，每回合开始就能两段跳，跳起来再说，啊，也可以，也可以。我觉得我这个鸭子安德森也不太行，至于草没什么用啊。哎，我就选鸭子了，就这个，管他的，选这个。那我这个创建牌组我该怎么弄呢？尴尬了。啊，怎么弄的 ？Deck 一，这是我现在的牌组。然后呢，这个是我，这个都已装备了，好像也没有新的卡。Lots of good stuff, eh? 那这个550的这个钱是在哪里弄的？外面充值啊？刚刚打了一把，得了19块钱。这个能充值吗？好像不是充值的，好像不是充值的。就你玩的时候，他会给你的。哦。我再邀请一下，那咱们能不能？咱们能不能2v2呢？你看那个四人房间，我估计可以的，我来看。可以，老道应该是摩拳擦掌，我看四人比赛可以的呀，绝对可以的。2v2看到吧？668，668，668。允许观战北塔，算了，选亚洲。没错，亚洲。当前屋顶，大卡车，剧院。铁站屋顶，2v2。又你进来了吗？又进来了。再邀请老道，应该可以的，这确实可以的。我的这赵日天还在玩那个打虫子啊，这么迷恋啊？
赵天不会打厨师打到现在吧？火炬之光无限是什么游戏啊？感觉很熟的样子。它也是一个电游，对，单机的，跟那个差不多来的。说是火炬之光原班的 IP， 但是我感觉跟火炬之光没啥关系。我们这三个坐的是等待区，应该左右选择位置，应该是这样的。中间是随机，那就随机吧，都可以。再来个兄弟呢？谁？让我研究糖豆人研究了啊。大胆预测一下，有些关卡又可能要五十次才过得了一次吧。嗯，他正在对那个什么？土啊，是蛮强的。你预测错人类啊？他是不是有个超级功法嘛？正在这也挺坑的。你那来不来？差一个啊！再买，你别急。20块钱可以玩一玩的呀。那不是，那现在这唐豆人这读图能自己选还是什么？还是像以前一样有个清单？没，他下面自己选，然后他那个创作者关卡又更新了一大批。哦。有很难的那种，能玩个2个小时那种的吗？我都跟你说了，你58都过不了一把，你说呢？但他有限时呀，你忘了之前那种很难的图有限时，咱们全都过不去。他没现实的话，那为什么我说你50把过不了一把呢？那我觉得可以试一试，这种有难度的就能体验出谁是棍子来。你这话不是说给你自己听的？那我又不是挂机帮帮主，我说肯定不是我自己。那但挂机帮帮主欧雷亚不也通关了？没办法，有些人只会动嘴，没办法。游戏也没下，就嘴巴乱动，没必要，开始嘴巴乱动。那天通关来还在微信上跟我说，哎呦，我再回看你的英勇生姿一个。没办法，眼睛里满眼都是佩服羡慕，没办法。你又来了，小猴子爱吃炸果粒，你又来了。你们两个结婚去算了，好吧，你们两个去那个美国结婚去算了，好吧，同性结婚。你们两个绝对有奸情啊，有，绝对是有的。有没有可能？我说有可能啊，这个我的人格魅力，纯粹是人格魅力。人格魅力啊！哎，吸引到了小猴子是大过年。他慧眼识珠，他的这个人，少数人掌握着真理，明白吧？少数人掌握了这个真理啊，慧眼识珠，觉得你很强啊。哎，他有眼啊。恩利亚普那个游戏你下载过没有啊？有没有进去就悄咪咪自己玩一下？有没有玩过啊？我基本上通关了，通关了。你又来了，基本上就是没有吧，是吧？通关了呀，我研究了一下那个30分钟的通关录像，我感觉我应该45分钟可以通。虽然没买过，虽然没玩过，但是我觉得我已经通关无数次了。我确实学习了，看他那个每一跳、每一个床，我都研究明白了，我觉得还是 OK 的。我就关掉了那个录像，我应该是45分钟通关了。我这么分析，我觉得那游戏应该什么时候就不要跳床，把整个完整的正常过这个流程弄一弄，确实还可以。因为中间很多地方都是床跳过去，你根本就没玩到，很多都因为就看别人跳床，你也跳床了，就是说，就中间那种全程就不按跳床过，我估计还是蛮有意思。这么暗，李娜？摇啊摇啊摇啊！这好像摇不了吧？哦，可以邀请。私人比赛。卡丘，说是右不能右键加呀？哎，你也蛮怪的，你名字叫皮卡丘，你吉祥搞一个杰尼龟，什么意思呢？我进来了吗？你没进？没有。哦，你进了，你进了，进了，我看到你了，皮卡丘，看到了呀。老道还在里面吗？老道，这座位上只能坐那个三个人好像。我怎么退了呀？啊，你退了，你再进一下呢。我不是怎么还是三个人？哦，这里是随机，对，中间随机，中间随机，对对对对，左右是选队伍啊，对，四个人 ，OK， 可以坐四个人，哦，可以坐四个人。老道这个位置屁股感觉坐了一半啊，老道，半个在外面，半个在外面，开始了啊，那个手呀，你看到没，就占了一半去。我前两天看到有些那个有开挂，我的，
有几个练速通的兄弟开挂，就是存档，把那游戏存档，然后在一个点反复练。那游戏怎么存档？就跟你一样，总会开个什么东西了，总会顶起来了。我从来没开过挂呀，我不懂呀，不会，不了解。算了吧，亏你能说看看我的牌这句啊，话。让你的脑袋变小，可以，脑袋变小。你不会去了吧？又没有，我单杀老道。李大医生，我操！我怎么一下子没血了？李大被我杀了，双杀，怎么说？还49滴血，怎么说，鸭哥？这个鸭子，我在远处打了巨多伤，你的脑袋怎么这么小啊，姐妹？你的脑袋也这么小呀？咱俩用了一张头变小的卡，你也用了，我看见了。我操！咱俩脑袋都很小。怎么样？这波双杀是不是体现实力了？我输出了太多伤害，懂吗？李大在右边，李大在右边。我操，这什么子弹时间啊？子弹时间四。牛吧，鸭哥为什么有毒套呀？这李大都没打死吗？你压个怎么这么厚啊？怎么这么厚啊？什么叫这么厚？你前面就前面怎么打中我？我没办法了。怎么近战攻击？不知道呀。你怎么没有打过啊？哎呦。因为这波手里是把狙，手里是把狙，问题比较大。哎、天。没事，压哥，我让他们脑袋变大，脑袋变大。他们人呢、啊？他们人在哪？人在哪？我不知道，反正他们现在脑袋很大。好，猫猫没血了。谁他妈建了个炮台啊？我建的呀，干什么？突然建炮台？完了，这狙是真的难用啊！这狙，我打一枪40，先打老道，老道没血，你别急用，别急，看有没有卡片可以用，回回血。不是，这炮台有点过分了，可惜了。他怎么还有42滴血？你都没一下子就你先说啥呀？那枪，那狙枪打一枪伤害确实挺高，但42，但劲开的太大了，这个劲。那个狙枪也射速很慢，拉胯的，我用过的。重点小毒，行动变慢。有些卡好像是垃圾卡。不是，谁给我的？对，那卡不要用。好他妈卡呀，兄弟！我看你们全损一个。完了。怎么说？不是说也是用了卡？对，有时候用。不是呀，我看你们确实是一嘎一嘎的呀，重赛。60块钱啊！赢把60块钱。大卡车，看他们走起来，我操，一嘎一嘎的，我操！你们开家族机了吗？还给钱、啊？开了呀，开了呀。香港啊，那是我小区网络的问题啊！我看你们巨卡无比，每个人都是卡的，走路都是一顿一顿的。我不开就不开，他只有香港，只有香港接连。再看一下下一把，看看什么情况。啊，这是什么？在车上打架？不知道呀，有可能会掉下去的。子弹是。就是这把用卡少用一点，会留到下一把。冒冒泡。我操！怎么这么多牌啊，兄弟？好多垃圾卡呀！我怎么已经没啦？因为我们在里面扔了个燃烧弹呀。不是，我怎么打他们只掉一滴血啊？直播不卡吧？直播应该不卡呀。我上来给你扔了个燃烧弹在里面。这燃烧弹这伤害太高了，我都没注意哦。变成冰坨坨免疫伤害，啊？啊？谁在搞自己啊？我以为让别人变成冰坨坨呀，我不知道呀。这个身上有胶是谁的效果？完了。
我把李娜打死了，哎呦你没拉，他跳没了，他掉车了，我操，掉车啦，先用钱再说我的，否则这牌没了，我早点用掉再说，早点把牌用掉再说。我这子弹时间好像是给他用了。哦吼，捡啦！能不能换人？打回呀！再来吧，再来吧！能不能换人？这个狙击枪是真垃圾，我就是。那你别用狙击枪呀，不要用那把狙击枪，你用小手枪不就行吗？你那张卡可以不用的呀。哎呦，可以不用那张卡。卡牌太少了呀，没卡牌呀。你不要用那张卡呀，你用那个莱卡，莱卡比较牛，就有张那个枪的牌叫莱卡，那个手枪厉害。我怎么从来没抽到这个子弹时间？不知道。厉害呀！ Best of luck。我等没人换弹的时候用，确实，我自己换弹的时候用了一波血亏，我操，终极血亏。我来好好弄弄他们。我怎么上来就掉血啦？我给你们在补。妈留着啊，这是。这什么？还有隐身术的木叶忍者，什么隐身术？我们俩一起走，哎呦，一起走，我们二打一，抓住一个先撵，行不行？哎呦 ，OK， 你跟着我，先把这个黄衣服的搞了，先搞黄衣服，先搞黄衣服，先搞黄衣服，先什么都别管，先搞黄衣服。黄衣服搞死了，往往退的，跟我往后退的，跟我往后退的。没事，接打接打接打，好好好好好。OK， 死了死了死了。你们宝马可以有枪啊？那搞套路呀，必须要集火呀，这游戏集火。我操，这什么东西啊？我怎么一下子去了？我怎么一下没了？你被车撞死了？啊、被车撞死了，被地铁撞死了。啊！被地铁能撞人呢？我操！妈还能这样的？当心当心当心地铁当心地铁，慢点慢点慢点，一起走一起走一起走，左边左边左边。我看你走。哎呦，我的问题，哎呦，我这喷子好像打了五枪，大概中了两枪。返回，返回，我喷子秒边了，对不起啊。好像拿了个卡包，我可以开卡了，好像。好像奖励还多一点。哦，升级给卡包了。给了个卡包，中包。在那个你按 ESC 上面有一个第四个那个按钮，有一个补充包。啊，四个啊，四张卡牌。那这个是普通卡牌。打开来看一下。什么什么卡？小型弹夹。弹夹容量减少，这个卡牌不是反作用吧？那我想问一下，烟雾弹，小型弹夹，黄铜，哎呦，拿把枪哎。这好像是物资啊，那个负面的好像是给对方用的，你点左键，它会显示让对方的准度下降，是吧？不会弄到自己身上的了。对，你在那个牌组里可以看它的具体效果。我直接把狙删掉。那我刚刚弄的卡牌我怎么加进去呢？也没在这里显示啊。哦，这里有了。你装备了？他谁在上？你装备？我看到了，看到了，有了，小型弹夹。看看。黄铜到手，添加右键，添加装备。红色的卡是对敌方用的，大脑袋让对面变成大脑袋，这个挺有用的。还有什么？我再删掉一个，毒药蛮有用的。
这个上下的顺序没关系吧？猫猫炮没关系，那随机给的而已。炮炸弹，减少爆头伤害。高墙，高墙没有遗嘱。我再加一个那个啥来着，小型弹夹，弹夹容量减少，这个很有用，保存。台组已保存，返回彩蛋，好了。私人比赛，二比二。剧院，加入。游戏名叫《友军对决》。他其实说说卡牌，这卡牌就是技能了，其实就是技能。也是这种漫画风的一个射击游戏，他这个风格很像那个啥来着，无主之地。对，描边描的感觉好像还没有无主之地那么精致，稍微再古老。什么意思啊？你们两个又在一起啊？是因为我跟阿优是组队的关系吗？喂，随机的呀，肯定是随机的。我受不了啦！Another challenger. Let's stir it up a bit. 激活，继续激活，哎呦，继续激活。OK. Go go. 我的牌怎么都捆不是？没了哟！有没有发现这样子刷经验刷得很快？什么刷经验刷得很快？这坐牢兄弟！刷经验呀，真是刷经验！感觉立功了吧？立功了，立功了，立功了！打下三百回合，我操！立功了，确实立功了，哎呦！我自愧不如。准备啊！我自愧。子弹！你现在这么早开，干嘛？等他没子弹的时候再开呀、啊！直接毙掉！我喷子直接给他毙掉！你那人呢？你那个火枪一枪八五秒了，直接去世了。怎么说？这个子弹时间怎么说？是不是立大功？这子弹时间八八的火枪直接秒两个人，哎呦！我故意的呀，我看他故意的。我已经没血了，已经来人了，先打这个李娜。我在打。先打李娜，先把李娜干了。我在打。他去了，先稳我，老道在这，干老道。你回血，我在打，你回血。我不能回血了，我没血了。干他漂亮！完了，皮卡丘把我打死了。啊，皮卡丘把你打死了。放了个毒啊，好像。不是你他妈怎么也是鸭子呀，兄弟？那个牛没什么用，就说二段跳效果一般。
加200斤呀，赢了加这么多斤呀。对的。啊，地图就这三张啊，啊，四张，算上那个车。嗯。还真是忍术啊，这个替身。忍术一个。Another challenger. And how are we all doing tonight? 这枪好像，这个枪还可以。这个枪。怎么上来就这样了？对吧，用的子弹是这样，我操，哦，又用全是垃圾牌，站住，这波全站住，可以先站你看，你还上去，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撤，往后撤，伟大应该很残啊，伟大，他去了 OK 啊啊，你用冰坨坨把自己冰了，这什么墙啊？这是，他人在后面，在后面，我看到他血条了。啊！我看你死了，我必须也得死呀，哥，我不能。啊！是什么东西啊？地雷！我操，瘤子啊！我来，我冲前面，跟我冲。来，这波我没技能。行，我到了。李娜在家里，。我给你了，交给你了。我去了。他一滴血。没了呀。我死了。啊，没了。呀，还有张卡牌没用。这要极快的速度切卡还是要地雷，最大生命值增加。先退一退，兄弟，先退一退。先退一退。伟大，兄弟们，可以集火了。要我的位置。伟大，来。我去了，重三，没办法，那里堵住了呀，我以为那里后面能绕过去的，能去帮阿优的，结果这不行，哎，没办法呀。那你可以跳的，有个箱子上面可以跳过去。那铁栅栏过不去我的。Another challenger. Help, you're ready. 后面。啊！跑到猫一个很残，跑到死了。上面连在上面。这个泡泡塔是谁的？跳下去！这伤害有点高啊，这个泡泡塔。跳上去了。你要被他狂的，一起上去吧，走吧，三号一起上去。我去了。你怎么上去的？弹上去，不是，就是踩在那个板子上就上去了。哎呦！啊！你他妈怎么这么快？啊！我看这视角是真的卡，我的。这游戏不会还能僵住吧，兄弟？他们两个躲起来了啊！这游戏不会还能僵住吧？你多少血啊？啊！落叶，你不说，这就是操作，听众们。
你那这哎呦这种操作都没把他弄死，我操！哎呦这喷子起码十枪才中一枪啊！什么十枪才中一枪？我起码十枪才中一枪呀，绝对的呀！那大不会大不会，那真的。不是，我就说一点，怎么在这儿？我先下去。队友去。先干黄衣服，先干黄衣服。OK OK。你死了，老死老死。Just you wait。是真的差、啊，冰坨坨。别喊他，别喊他。被围攻了，我在上面放了一个那个大泡泡。Not cool, not cool at all。我们先要比一了。拿了这两天，死了吗？第二十几，死了，第二十几。是谁在这里收复啊？哎呦，老道也很残，老道残的一塌糊涂，他拿把大狙一枪没打中我。垃圾太难玩了，这什么大狙？大狙真的垃圾，这个狙。我觉得好像这游戏好像是有这个队友伤害的。有啊，好像应该是有队友伤害的，好像哪有跟那个李娜在小巷子里弄，我好像打了好几下减四，好像有队友伤害啊，真的假的？有的呀，真的有队友伤害的，有减四的呀，真的有队友伤害的，好像有的。说实话。20多块钱挺值的，但是玩不少。多少呀？这毒太少了。Another challenger, ready or not？ 我扔燃烧弹。已经有人要去了，他们已经有人要去了。黑衣去了一个，一去了一个，现在都在后面，现在都在后面，看到了。当心他在下面发了一个泡泡盾，还有个地雷，当心啊！在下面，在下面，在下面，主动出击的哟！打他呀！可以可以。这怎么下？我有张卡片啊，让队友的啊，不是让对手的脑袋变大。他们现在脑袋变得贼大啊，打头，现在打头。打黑猫，打黑猫。老刀，别装了，你怎么换人物了？没换。去了，好 ，OK。技能点呀、啊！
跳过来了，先干他。老道在这疯狂升级，啊，干他妹子！去了去了，皮尔就去了。老道在哪？老道在脚下，脚下。那个，这反应我操！猪猪啊，我从来没拿过别的枪，我也没拿过。有的呀，就那个黄色的卡呀，有的呀，怎么会没有了？有的绝对有的呀。我们不是拿到狙了吗？狙就是别的枪呀，那怎么办？对呀，狙不就别的枪吗？除了那把狙，其他枪全没拿过。喷子拿过不啦？没拿过呀，我没拿过呀，就狙，其他都没拿过。你升级之后，他会给你卡组，有些卡组里会有那种黄色的枪的。初始那个手枪肯定拉垮呀，我觉得那火枪挺猛的，只要你打得准，那个喷子挺厉害的，满喷近距离，咣当一下，人基本上半血没了。右边右边，你是不是打到我了？打到我。我直接打老大，你后面进来救。老大被我燃烧弹狂烧 ，OK， 烧死了。快快快快快！别急别急别急，打准一点。哎呦！牛逼！我只有两滴血，我没办法了。我只有两滴血。没事没事，小问题小问题。枪来了，枪来了！我操，垃圾排球！哎呦，好多垃圾！我怎么直接去了？你被自己烧死了！别急，哎呦，八十几秒。哎呀，可惜了，我这波燃烧弹好像扔到我自己了，我傻了，我都有个谁，这好像是老道开了个子弹时间，我一扔，我操，扔在那个台阶上，直接给我自己扔死了，完了，操，闪光弹就是什么东西，别打进来了，退退，塞不进，退退，没事没事，这个炮击谁的？我看到李娜了，李娜，别急别急别急。混住混住，在这混住，压死了大哥！行，你怎么不说这东西会压死人呢？哎呦，你不是经常躲这儿的吗？我不知道呀，我从来没被压死过呀，问题是，我一次没被压死过呀。还能这样的一个？两人近乎满血，我一百五十多血，我操，哐当一下给他压死了。Another challenger, ready or not？ 好嘞，些。老道拿，老道拿一张那个奶卡啊！我操，吓人啊！完了，不是，哎呦，你已经没落下来了。这我没炸了一下，没选中。怎么两个人都在我这儿？接着老道秒了，就用了个炸弹呀，这什么东西啊？我的牌都被锁起来了，这位。先打黄衣服的，先打黄衣服。黄衣服死了。黄衣服死，黄衣服死。老道。我没血了，我先撤一下。打他！哎呦，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啊！在哪儿？在哪儿？就在陛下后面呀、啊。
啊，不是冰箱，就那个空调外机后面呀、啊。没看见。太他妈乱了！李娜死了。OK。怎么有张卡叫增加最大生命值？嗯，我们就这样啊，防守阵地战就这样。完了，全是垃圾牌。就是这。OK。你没啦？没啦。血量怎么这么高？这火里待个两秒钟，人就要去世了，感觉。我的火是在这，一秒我就没了。这是谁的火啦？那个火是，不是我的，老道的。我放的。我看你唰一下就没来。对啊，我才看那火我就没了，可惜了。待会儿这一波打完出去可以开波卡，看有没有什么好卡。枪应该有更猛的枪。反正信天翁谁用谁傻逼。信天翁刚刚屋顶那张图可以用的呀。这种图就不行了，这种图纯傻逼用。加了这么多垃圾牌，我的天！去世了，跑到去世了。你拉很残。去了。这牌不行啊。拿下燃烧弹，就那个胡萝卜燃烧弹是吧？对。李娜被烧了，李娜也很残了，李娜很残了，打李娜，你死啦！没有，我去了，我不知道我怎么去了。完了，这不好像吃了波什么技能，好像突然间我没血了，还是老道在偷打我啊！我一直打你啊！你个大瘤子啊！打人是吧？偷袭是吧？老道啊，这么偷袭？老道一滴血，老道18。我以为老道还有很多血呢。我以为你把他弄死了，你不是还？他冰住了，你知道，冰住我就没管他了，他冰住了。哎呦我操！完了。一个还是杀了老道，完了，杀三个呀！把队友也杀了，完了，开卡，海鸥史蒂夫新卡牌，为什么没有补充包啊？为什么？要自己买？有，这海鸥史蒂夫牛逼啊！黄金包550，我建议憋一憋，直接开黄金包。我有呀，这是多了什么牌啊？赶紧把那个枪给取下了，很老。显示不在牌组里的高墙，荆棘牌痛，真的很痛一个，准度下降，对手很难打中。这个为什么不能点呢？应该是还没抽到，返回。
那个是个人物了。海鸥史蒂夫每回合在手牌里添加一张治愈草，我那非常有用啊，这个太有用了。啊，不是你，你是不是看错人了？他的技能是那个黄金伯格。哦，对不起。每回合开始时装备黄金博伊拉，直接拿把枪了。啊，感觉挺猛的。海鸥，厉害，用用看。我看错了，确实我看错了。先把 IU 踢出小队。他随机的呀，真的是随机的。不一定的，这不一定的。再要一下，要紧，不能充值，这游戏不能充的，不能充值的，估计是四个海鸥进来了。这是车还是地铁啊？地铁。他这个头像左边有一个红色的币，是什么币啊？马皮肤的。那这个这个币怎么得的？也是我刚给了我三个，也是分级好像给的。哦，你看我说是随机的吧。你们两个怎么还在一起啊？随机的呀。海鸥对猫猫，现在信的没了，这可能是我的命，没办法，是我的命，这可能是我的命。有一个强力的队友，你应该开心。下来，下来，下来。这黄金伯伊拉感觉，哎，可以。完了，我泡泡蛋吃的太多了，我想上去放一个的，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在上面。这老道就一直躲在远处，在那个角落里偷偷打。那没血的呀，没办法。他们都不近身呀。躲的吗？没办法呀，又塞一堆垃圾卡给我们。这位置在哪？咱们这位置在哪？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哎呦，跟我走。死一个就死了，就三滴血了，我死了，没事，我来解决他。OK OK， 我刚刚的火扔到你身上了，好像。好像是吧，反正我那个。那是我的火。莱卡一枪三。为什么有些轮次这个牌这么少？我就有两张啊。你好像上把留一张，可以存，还是多的。他就是一把给两张呀。我要踩到火了，左右用，他们在被烧，我怎么好像把自己烧死了？啊，很容易的呀，这个火踩一下就要没了。老赵在下面，他很猥琐，你也很猥琐。还有人呢，你人呢，老道？你死了？你跑哪里去了？你还没看见吗，老道？没看见。左方看见没？又左方人。下来。就另一边打他不就行了？另一个升降机。张老板送的一束花开，把猥琐男对决了。不是，有人在打自己的盾。
老大在打这个队，阿优也在打这个队。老大，老大那个东西可以互动，按 F 可以互动那个按钮。嗯。那你没反应？你前面那个按钮，对他在的这个按钮。哎呀，没血了！老道还有这么多血，你还在这苟着？我二十滴血，我在找你呀、啊，你一直不来呀、啊、你。你动一动，我不就打你了吗？你不动我。他们在我这儿，你看。哎呦，你绕啥？看我操作，看我操作，没事没事。跟你说那两个人本来就没血了，你绕了飞麦我干嘛？都打得没血了都。这波战术本来都没血了，已经打两局结束事情，你站在那就没事了，非要绕一波把我卖掉。这波战术思维啊！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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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不了。死了，死一个。OK OK， 好秒了。还有个那对面对面。等一下，再往这，再往这，再往这。看到了，有了，上面上面上面。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他爆头我了，108，108，当心一点，打他，去打他，下来了，下来了，啊，两个人一起死了，都没血了，咋这么巧，成就一解锁一个，那这怎么算啊？谁赢了？打平了呀，平了，这也行啊。我这里怎么是零经验零块钱啊？我这里175经验52块钱啊！啊，我也是175经验五十二。啊，怎么回事呢？刀！哎呦，跟老刀两个人巨猥琐，到拐角都会蹲下来的一个人都不动的，一人一枪把对方送走一个。老刀打这游戏就是巨猥琐，我发现了。你也猥琐，我的你也猥琐。我是战士，我是前面血拼没血的才猥琐。老刀，你干嘛不重赛啊，大哥啊？怎么取消重赛？对啊，你怎么不重赛？升级，升级了，升级了。新卡牌有奖宝配饰，加了三个币耶，兄弟，加了三个币，可以买东西了呀。黄金包还差40块。有奖宝哦，有奖宝是抽奖，兄弟，是抽奖，扭蛋机抽奖，我抽了。什么东西啊？卡牌背面，我操！我也是卡牌背面。可以在牌组构建菜单中更加更改卡牌背面设计。我的 fuck， 就抽了个这个玩意儿，我的天哪！只是一个卡牌背面的皮肤，我的天哪！选上了，保存。哎呀，好像没了。没了呀，三个币一弄没了呀，就。你没抽了？那、啊、我抽完了呀，三个扭蛋机你抽了吧？扭蛋机。还没。抽出来一个皮肤。我抽完也是卡背。卡背皮肤。只是和你不一样的卡背。就是个卡背皮肤，我操，真离谱。卡背自己又看不见了。不能充值的这游戏，买良心的不能让你充值的，没有充值选项的选项，就靠你打，人物也是靠的这个打的解锁，但图有点少，搞个大概15张图差不多。这游戏，卡背给谁看？给自己看。哦，没有。给准备页面的时候看。但是你现在这个地铁上，你看这个准备页面卡，这卡背也不是我装备的卡背啊，是默认卡背啊。你换了吗？我换了呀，我换了呀，我继续换了呀。你看，还是默认的呀。老道怎么进的那么慢，老道？我刚刚在调调到卡组。啊。妈呀，我开的这么东西啊！那天看了房东，
那个叫什么线下聚会的时候，拍了一张老道的照片，偷偷发给我。老道的声音跟他长相完全不符，老道的长相巨沉稳。我们拍的。你们两个为什么趴在床上？我想问一下，在一张床上。那干净呀，那天早上。对呀、啊，那为什么你们两个睡一张双人大床的，然后你还躺在被子里？你们两个终于不在一边了。然后他躺在你的腿上，然后给你拍张照，这是为什么？在、哎、你的腿哎，对啊，这个视角明，这很明显就是这样的，被我发现了。那这个是雷你的说的，谁我跟谁一对啊？皮卡丘 ，OK， 没问题。啊？换人了呀？哎，换别人了呀？天，我感觉有点。换别人了。哎呦我操！怎么就有火啊？别下去，别去，有火。知道。有了，有了。干他呀，老廖！干他屁股，干他！去了，没办法。好、啊，他才15滴血。嗯，这就是操！一开始就被烧懵了我。这火千万要当心，看到有东西扔过来赶紧跑了。看看那张图啊，看那张图要经过老道同意的呀。不行，经过老道同意。死了，死一个。雷大应该很残，雷大应该很残。打人了，下去了，在我这儿，下面。nice。这没死。套路。我前面在一个死角那里打了阿佑，打了大概有十几枪，阿佑没发现我。阿佑好像没发现我，阿佑。打他大概是取一个，取一个，枪不行，不然两个都得。什么枪不行？我们用的也是这个、就平常枪，初代枪啊啊！怎么说？哎，卡牌射击怎么啦？卡牌射击，当导弹，小导弹用上。射脑袋，我们直接射脑袋。这什么枪啊？冲锋枪。哎呦 ！Nice！ 差一点。差一点，两个人应该都很惨。对呀、啊。原来不跟阿优一队这么轻松的。啊？等着。这游戏原来这么简单吗？让你放松一下，现在我认真了，我把这个鼠标插上了，干嘛？哎，刚才没用鼠标，打的稍微准了点。那有什么打的？嘴巴了？刚才用嘴打呀，我直接用的。嘴巴叼着那个手柄的摇杆，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问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们人呢？当心那个炮塔！我操！我怎么已经去了？我那个燃烧弹我放哪了？哼，有个。你别急，我刚碰见 bug 了，那燃烧弹没了。你别急，我穿下就没了，他们这把枪比较强。太鸡了是吧？哦，我被抵消了，他们用一张抵消牌。我想我那个燃烧弹怎么没了？被抵消了，我操！又被抵消了。有个炮台啊，有个炮台啊，小心！两个炮台，两个炮台。我去了，下面很残。雷大要吃上，要吃上。好漂亮，还有个，还有个，工具箱两千多，漂亮丽娜。工具箱不怎么样。下面有个兵残血，绝对残血，我操，大残血。小牌的有点恶心。
们喜欢蹲着的，我知道的。直接去一个，我先碰你碰死一个。加油，老大，给你发挥的机会。必须开始。溜了，他过去溜了。去哪？背后。去死！直接去死！怎么啦？啊，赶个喷子进来，赶个喷子进来。抵消牌真有用呀，有的时候这个用一张牌直接被抵消的，有点恶心。我靠，我牌被抵消了。去一个。楼下是阴姐，楼下是阴姐 ，OK。那没办法。自己觉得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老赵有没有开始嫌弃你的队友啊？没事。怎么又选大改车了？被卡车这个图其实是最平衡的，说实话，赢不了人。不会出现又那种就是躲在一个地方非得苟着的情况，远出来的。不用非得苟着，战术懂不懂？战术呀。战术。还有一局去哪有啊？你也不知道到哪哪有啊？啊，老大。哎呦！直接一个那个海鸥头在烟雾当中冒了一下，直接减54，直接没了。怎么回事？哎呦！看我操作，看我操作。不是说这天天要赶紧操作吗？说说前面不是用嘴打的吗？现在用鼠标了。有喷子，有喷子。喷他一枪没打中，没事。去了。这个冲锋枪其实一般，讲道理真的一般。伤害好低，啊，伤害非常低。冲锋枪真的很一般。我操！我直接没了。让二追三怎么了？让二追三。哎，我为什么直接没了？我买个炸弹，被雷炸死了！我操！哎，李娜出声！漂亮，李娜！漂亮，李娜六滴血！让二，喂！我出去开个嘎子王，我出去开个嘎子。我觉得还是阿优跟我一队，或者什么吧，相对好一点。啊，阿优，认清现实呢，阿优。还好，我觉得还好，要不你觉得还好啊？我觉得图就图那个，还让二追三一个，让二追三一个。哎，怎么有两张牌？两个技术包，可以开了。开，保底一张稀有卡牌，完了，全是垃圾。子弹时间没用，新卡牌金刚子弹一个，造成更高伤害，蛮有用的。闪光弹没用，他这个牌有等级的，就你能抽到重，就是抽到重复的牌，他牌会升级的，好像效果会升级的。二段跳，黄金包开一个，保底一张稀有卡牌，看一下。武士刀准度下降，对手很难打中。武士刀到手，我操！近战武器，毒药啊，生命之剑是吧？哎，武士刀出来了，我要装备上了，不好意思了，我要装备上。武士刀出来了一个，冰坨坨我觉得可以删掉了，冰坨坨垃圾，武士刀添加。还有什么？直接砍起来！我操，冰坨坨不要，高墙，
没用，信天翁没用，二段跳可以，二段跳添加，还有什么金刚子弹添加，准度下降添加，好像、啊、这牌组可以最多加46张牌是吧？冰坨坨，一些不用的给它删掉吧，准度下降，小脑袋药，那你拿牌没用呀，行动变快删掉，没什么屌用，能量饮料留着，子弹时间留着，毒药拿着，烟雾弹删掉没用，地雷很难踩中删掉，炸弹留着，能量饮料，闪光弹，猫猫炮，这些留着吧，就这样保存，垃圾牌直接不要了。哎，他这个就是有没有费用的，几费几费用吧，比如说你那个一回合总共就比如说什么就五费六费，然后你牌组加在一起之后，你这个费用用完了之后就没了，好像没有啊，回合里面好像没有费用的。那他就是你这回合少用一点，下回合可以留一张卡，好像可以多用。景点永存，榴弹机还没有。杨梅，今天牛哥是什么耻辱下播还是什么？被你们虐啦？没虐他，他被人家虐啊。他被别人盗，他被谁盗了？谁素质这么差，在 CSGO 里面盗牛哥啊？老混杂，直接盗牛哥啊？那老道跟那个牛哥一队的还在他对面啊？我跟牛哥一队的，跟我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那你们那一队还有谁啊？阿秃子还有大叔啊，还有跟谁？小飞。哦，牛哥玩这游戏还能被刀啊？牛哥拿狙的呀，拿狙打不中的就人家拿刀上来了，就很正常，这很正常的呀。哟，嘉哥好好干啊，干他们！可以，我们就盯着皮卡丘干，盯着皮卡丘先弄掉，阿优先抛开一边。盯着皮卡丘。Welcome to the big leagues。啊，两张黄卡、啊，闯祸来，我用50刀用一下了，只能。我猥琐一点，我猥琐一点，猥琐一点，猥琐一点，退后，猥琐，猥琐，开始猥琐。进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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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来，跟我来，老大，走走走。啊！出去了，这就是50刀，出去了，走吧。50刀，走吧。我一个地雷，一个炸弹，送你去见50刀，还在这走。被阴了，老道没办法，被阴了。50刀，是吧？那个地雷我就放。被阴了呀，这没办法，被阴了，我操！没办法呀。我他妈阴阴怪，我操！被阴了。老道被烧了，应该没血了。我干死一个，我去了。老道应该很残啊，被烧了。李娜91滴血。哎，别忘了，我也没血。可惜了，老道。那个地雷我真没看见，闯祸我，真是闯祸，闯了太大的祸了。这把打头了。哎呦，还有65滴！哎呦，我那个，我那是个喷子，尴尬吧？我开一枪，怎么说？3比0，就是。哎呀，再来！哎、别急，我的50刀没发挥啊！你急什么你？急什么你？你别着急我。不要被地雷直接送走。那喷子远程没伤害，打一下6滴血，我操！别着急。
地雷确实有点干。有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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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我被火弄了。必须老道，他血蛮多的。我的问题，老道。一颗火直接塞我嘴巴里了。干吧！我把他给打了，谁敢给我打他？怎么样？就怎么就死了？可以，我直接把他打死了。一波子弹时间加上金刚子弹，连招大连招。我用了一个自爆技能，但我没什么用的自爆技能。哎，还自爆了？没什么屌用，被技能骗了。下面，下面，下面。哎呦，这屁股后面还有个阿佑盯着我打，老子大流氓！别急，一比一呢，你急啥？哎呀，就这2-1，2-1，怎么就自在一？这什么？这冲锋枪太他妈刮痧了，我！啊！废话。跟我对枪，他18滴血，还有一家在上面，在上面，发两枪，两枪就死。阴起来了他，哎，他就头顶干着你，他隐身了。哎呦，这大瘤子弄成一块冰，我操！你真是个瘤子呀！哎呦。战术，知不知道什么叫战术呀？冰块战术懂吗？咱们讲，就问这冰是不是用的出神入化？喜欢当乌龟，我的。哎呀，玩游戏要靠脑子，要靠战术，懂不啦？你别急，这次给你干了。别急，他被你虐了2把，他真的很急。你别急啊，你别急，你等着我。好好学一学，好好。我他妈这把发泄全部发泄在你脸上，等着。多学习，少说话，多学。等着啊，等着。喜欢说大话、哦。哎呦，这火是真恶心啊！还有伤害，我又被烧死了。怎么样？这波火丢的怎么样？必须。躲后面那没什么血嘛，哥，可惜可惜，这优就喜欢一些这种恶心东西，我的，真的大牛子，我的，喂，就算要了，这个机器埋太恶心了。全部刺你脸上，还自爆？哎呦，自爆有什么用？自爆你死了，局这个就对局也结束了呀！啊，这自爆还有什么用？该被骗了。自爆吧，皮卡丘还活着的时候你能自爆呀？带走一个，这弹一雷。打人了，这50刀有点蠢啊！可以，这波可以，这波好勾引。Had all you got? Hakido。这50刀太蠢了！天哪，怎么开了个这个玩意儿啊？哇，真的有这个东西。
老道在我这儿，我在跟他单挑。哎呦，操！我这边单挑已经结束了。啊 ，OK， 被我干掉。刚刚那个李娜是替身术啊，被替身术挡了一下。对，替身术才有。操！我特地开了个子弹时间，我准备开砍的。这太简单了，游戏没什么难度。别叫，就皮卡丘稍微强一点。你抱人家淡水就好好抱。但是我价值看到的。我得推，我得一会儿把这张紫宝还换，太垃圾。紫宝还没补。刚刚特意选了个刚刚那个图，他们还没打过。那怎么办呢？啊！你为什么把我炸了？啊！我没把你炸了呀，你又把自己炸了。哎呀，这一波可惜了，对手变蠢了，我卡牌全用了。他先把我炸了，我没用炸弹呀。哎呦，这波可惜了，我的卡牌全用了，亏了，血亏我。这波让一下，让一下，不让他们打不过的。刷，喜欢扔我是吧？喜欢扔我。你看你的 KDA， 操你哥！你怎么看 KDA 啊？哎呦 ，KDA 负一杠二一杠，哎呦，有人能负数的，我没想到呀，怎么会有人是负数啊？看错了吧？没有 KDA， 对不对？喜欢挥五十刀，好蠢呐、啊，这五十刀，砍一下二十七，我操！路上砍一下二十七，不是他怎么还拿血了呀？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喜欢玩五十刀呀？哎呦，哎呦，零杠二了，不错啊，总算变正了啊！没给你的呀，真看错了。哎呦，总算变正了，哇，被取消了，打乌龟了。楼下一个，楼上一个，先站楼上那个吧。我帮你看着楼下这个。这乌龟怎么死掉啊？啊？怎么回事？喜欢大乌龟？他自杀，自杀。啊！喜欢大乌龟啊！走了走向假达。哎，总算结束了。他一开始把我炸死，然后又把自己炸死。哎呦，这威力见到过！开局我排乱用，准备要开打的时候，搬一颗子弹过来，皮卡丘直接去世。哎呦，自己就那个，紧接着一秒钟自爆。自己自爆。我操，这套动作绝对牛逼的，怎么没人点点呀？要开卡啊？喂？点的。不是他选了一头自爆的牌，然后我确实得把刀去掉。我拿那个刀砍皮卡丘，砍两下我的五十四滴血。这个刀呢，估计是有些小一点的图可以看一看，配合移速用的。你要追着砍的。没有这张图啊。完了，有火！一四，二十三。嗯，漂亮！我直接喷飞，漂亮！是不是在中间被那个泡泡打了很多血啊，兄弟们？我没有，你没有啊？没有啊，我在上面。没看见，没看见。哎，头顶。
用兵啊，哎呦，还要打我关，还有兵啊，说话。隔壁怪被打死了，说话。弄死了，开挂。偷偷把自己弄死了，说话。有挂有挂。有挂哦。我看冰块怎么死的了。这什么东西在晃打我？他那个炮击！哎呦，吵完了！那那这个就那，你看到反派时间了？你在干嘛？我，你看我在哪呀？你还挂了是吧？你个屁！不，他在地底下，他妈他开挂了！他在地底下！啊！那怎么办？我卡了呀！我这他妈不是卡，我觉得他妈他绝对开东西了。我开东西，我卡在那干嘛？他在哪个地下？在哪？他在脚底下，马路的下面。哎，那我去了吧。有人开挂，我操！打不过藏在马路底下一个。游戏卡了呀，游戏的问题。我的天哪！你现在还在不在？我不在，我不在。小心，别跑！哦，我到此。哎呦我操！就是，这个炮筒位置有点精辟我。可以把炮筒放了。不是他，我跟你说，他就是一开始把所有东西都用完。跟炮筒位置没关系。刚刚那一把没有，这老早3-0结束了，好吧？就精确阶段。我操，完了，完全看不到。哎，下一个拿。奈子。让二追单，说了让二追单，就你卡 bug 那一局，简单游戏。你真好意思说出自己卡 bug， 本来3-0结束的事情，我什么卡 bug？ 你本来就卡 bug， 卡在马路底下，我操！你个大瘤子，你是？不是我卡的游戏。真好意思说，我操！还说是让二追三都出来了，就是啊，点赞。哎呦，每天就玩个游戏，就卡在脚底，卡在哪里？人一会儿卡住，那个顿住，事情贼多，我操！枪毙一个，怎么一枪就秒啊？看看家有顶，又混起来，他又躲起来了。他妈他还在这里狗，上面还有大炮塔没上去，然后拿个炮塔在这里狗着他人，打掉了，打掉了，上老大。别急，你别急，看我站，别急。哎呀，怎么能这么阴呀？啊！怎么有人能玩个这个游戏能这么猥琐的，兄弟们？战术呀，战术懂不啦？怎么能猥琐成这样啊？这把结束我得溜啊，我耳朵有点疼，被救的。啊！不怕了，兄弟们，这边站着说话。1-1，把两个都炸死了。这就是战术 ，PR 就学会没有？我真的妈服了，我操，有这种人我。这不是战术吗？怎么了？干什么？我懂了，我懂了，我真懂。有他妈这种人，我操！我必须要他们靠近，我才能炸到人呀、啊，那不然没用呀、啊。我他妈服了，我算是真的服了。我王者一直第一，我怎么说？看着自己队友被狂揍，狂来了，老大，他转了一大圈，他终于来了，
被你在头上狂打。Now we're on a fantastic voyage. Just you wait. 帅啊哟！别急别急，看我崭新的战斧。帅啊哟！帅啊哟！帅啊！太帅了！帅爆了！哎呦！这五十刀是真垃圾哦！我们确实不应该上去的，这步不该上去。左右为战，我们也猥琐，老大，我们也猥琐。喜欢猥琐，猥琐，战术懂不懂呀？没事，看到了，在楼梯，在楼梯下就有两个人。老大被我乱干，然后我被车撞死了。啊、好好，你是不是那个炸弹啊？怎么我也掉这么多血啊？对啊。简单啊，切了速走了，这边这边这边，他把自己卡在缝里了。返回，我去开包了。第六啊，耳朵被揪的有点痛了。 OK OK OK， 耳朵被揪的有点痛了。哦，不是，你现在又不做菜了啊？今天不做饭吗？对啊，不做饭。现在手术上他又不做饭了。人家肚子饿呀，肚子饿，然后呢？要你干嘛呢？出去吃呀。哦，就是你出去吃。你到时候也会的，一天吃午餐，我跟你讲。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肚子饿没点外卖不好了。到时候。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不是你到这种时候，你点外卖，你敢吃啊？你敢给他吃啊？干嘛了？怎么不敢给他吃了？为什么了？为什么？我没懂为什么。你出去吃，至少知道人家做的厨房啊什么是什么样子吧？什么人又怀上了？都他妈三个多月了，我操！那你怎么之前没说啦？哪里之前没说？我发群里的呀。我没看到呀，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所以我说你到时候也会经历。那也别出去吃了，那你就随便做一点呗，你自己做一点呗。你手不是快好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我手已经好了，就家里就在旁边200米。哦，外面主要是东西都重油重盐，实在不行你到七八个月请个什么这种阿姨这种月嫂提前来做做菜好了。不是，我爸家离我们家就200米，那也可以去你爸家吃，也确实可以。对啊，那边直接去那边吃呀，现在是家里干脆饭都不做了，油烟都不搞。OK。女孩准备叫什么名字啊？刘什么？刘甜甜。我真的想叫她甜甜，她一直不肯。男女孩都能叫这个名。男孩名字好起啊，女孩名字不好起啊。很麻烦的，很麻烦。女孩名字很麻烦的，男孩名字简单啊。女孩你要为她以后考虑，是很复杂的事情，要好好取。那就说个很简单的嘛，天天不很好听吗？刘天天啊，天天啊，那你老婆不是叫刘甜甜吗？对啊，然后我顺便再把自己名字改成刘甜甜算了。你老婆也确实是姓刘是吧？你也姓刘，你们俩都本那个就本家，那就刘甜甜嘛，好了，也可以的呀。流血是不行的，这是什么东西？流血这是什么的？流血什么的？然后直接他妈发现流血这两个名字配合在一起有点怪。流血不行的，流血这是什么怪名字了？不行的。你说陈血还可以对吧？流血不行的，流血。男的叫刘案子，女的叫刘丽娜。是真有本事你。打匹配啊，有吗？反正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给他取两个字就算了。Let's go to the purchase part of this process, shall? 有奖宝。他们一般说就是你们就父母都是
三个字的，小孩就取个两个字的。不过也没这个，现在也没具体这个说法，但一般好像是这样的。然后你是两个字的，你给你孩子就取三个字，好像一般都是这样的。没有两个字，有些地方他不让你取，不让你上。我们这好像就不让名字取两个字不让你上户口啊？啊，他妈还有这种规定的？不可能吧？凭什么？为什么？重名重姓太多了，重名重姓太多不让你上，我操，还能这样的？那我这名字跟云哥这名字，我操，那重名重姓人多了去了，我估计。你们那时候能，现在好像不让。现在已经不让你重名太多，就太简单的两个字的就完全不能让你去了，还能这样？ Take your time and have a...卡牌去的，把那个卡牌去的，反正应该让是让的，只是他就是建议你要你别搞得太重新这样子，你坚持要取，他肯定是给你弄的。还加什么？不是呀，现在两个字都不让上了呀。不让上的？两个字都不让上？三个字起。要三个字起，两个字都不让上。啊，还有这种规定，我从来不知道。对，就比如说现在云哥那种名，或者刘伟啊、张伟啊这种名字是绝对取不了了。现在，就等于说现在两个字的已经绝版了。两个字还绝版了？啊！我的天哪！真的，你的朋友里面张伟有几个？我的朋友里面张伟有四个。我没有叫张伟的，我朋友的名字好像有些蛮复杂，有些很简单，有些很复杂，就那种。没有呀，没有那么夸张的，我朋友没有一个叫张伟的，陈伟倒是有一个，张伟没有。但是我朋友叫李凯的非常多，有三个。李凯很多，什么什么凯的确实蛮多的，什么李凯了、陈凯了、王凯了，这个确实蛮多的。我也认识个叫李凯的。我就认识三个了，已经他妈名字还能绝版了一个，绝版掉了一个。绝版两个字不能取，我是真不知道还有这种规定。我想取名字吧，就看你自己自由了。之前确实看到有人这父母什么一个零零后给自己孩子取叫王者荣耀，就姓王的王者荣耀。没有的，我朋友里面没有叫这个叫我这个名字的，但有很多就是妹子叫王丽的，丽是美丽的理由的，还有草字头那个力，叫这个真的很爽。Hello， 真的很爽。匹配高级吧。我建议你现在人多了，可以去看一下糖豆人了。这会儿，糖豆人读图太那个了呀，太那个啥了。没有，他那个创作者模式里面就是有很多新图，然后读图是下面那几张里面的第一张。这他妈有个人的名字叫中国阿根廷神，阿根廷人，阿根廷账号，我操，中国阿根廷神一个。啊，那行吧，那就糖豆人吧，行吧。这游戏20块钱还蛮值的，我觉得挺好玩的，适合友禁，确实蛮适合友禁的。那看糖豆人吧，糖豆人据说现在有很多。你居然不知道现在取名字不让取两个字了？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想名字脱离现实太久了，你脱离现实真的有点久了。不是脱离现实呀，这个东西我想嘛，总归名字总归都让你取的了。我没想到这种什么太简单的名字现在还取不了了，完全不知道。你说那个王者荣耀还有人叫什么什么魑魅魍魉的，也有这种人给孩子叫这个名字，太搞了。所以现在很多都是父母的姓加一起，后面再加两个字嘛，四个字。父母姓加一起，然后后面再加两个字，那有些也很怪啊。我跟杨妹要是生了孩子叫什么呢？如果按照 Love 老板说，两个人名字加在一起，我姓王，杨妹姓杨，王杨，杨王，那叫什么呢？等一下，王阳有点怪了。王阳有点怪的呀。王阳有点怪的呀，王阳。王阳，我操，这到时候要那个的呀。不是王阳，漫长的季节里面下场也蛮惨的呀。王阳叫王阳补牢啊，好扯的。
他妈叫亡羊补牢一个，是你这他妈真会取啊！你这是有寓意的东西啊，前面姓是无所谓的嘛。那怎么有寓意呢？亡羊怎么取？我要问你，亡羊怎么取？你说半天，观众就说出来个亡羊补牢，取后面两个字，那也很怪呀、啊，对吧？很怪的。但其实汪洋的名字很好取的。你举个例子啊。不是，王和羊这两个字加起来都跟那种就是帝王啊太阳有关，很后面那个字很好选的，或者中间的字很好选的。不是，怎么内马尔也在玩这个啊？啊？还有阿宾师傅的。趣多多一轮游，这是趣多多吗？还是趣多多的嗨粉儿啊？汪洋大海啊！天哪，王重阳，王重阳，李娜给女儿取个名叫流星之士。三个字还是让取的，三个字没事的。说话啊，口师傅。嗯，我。你前面在干嘛？爸，走了，出门了。前面在吃药。你吃什么药？要吃什么药啊？你年纪轻轻吃什么药？昨晚感冒了。阳了就阳了，还感什么冒？就阳了呗。我阳了，早就躺在床上了。昨晚不知道怎么出去吃个夜宵，回来就发烧，发烧完了回来。我现在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二阳过了，但我到现在仍然没有阳过，很怪、啊。哦，你之前你没阳过？我没阳过呀，之前那一轮你们都阳了，我都没阳过。我跟杨妹从来没阳过，我也没阳过。然后现在第二轮，他们我身边朋友全部二阳了，几乎亲戚也是二阳了，我也没阳过，我妈都二阳了。选哪个图啊？哪个啊？创作者回合，摩天高塔，是吧？就这个了。哎，创作者。摩天高塔，准备了，兄弟们。那应该是昨晚太嚣张了。鸭子哥小心啊，万一一说了就中招了。光着身子在这里玩游戏，什么一说了就中招了？不会的，我跟杨威不怎么出去的，真的不怎么出去，出去的少。这症状不是也不是很严重的，对，二阳。这二阳现在这个症状一般都很轻的，而且就时间很短，可能一两天就好了。一阳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一点，二阳一般这个症状都非常轻。啊，就十个人呢、啊？为什么就十个人啊？这个图怎么直接最后一回合啦？就好像就是一关的。这张图是一关的，天哪！啊！这么简单呐？都没难度的，这是干嘛呀？往上爬呀！往上爬呀！哎呦我操！哦哦哦！完了，有点麻烦。啊！完了！怎么又还在这儿啊？又？主要是视角会被挡住我的，很恶心。对，好难受那个。视角会被挡住，你看不到的。哎呀，好难受。看不到跳的地方。完了。为什么我会有图标显示？啊，还有一分钟就结束了。哎。好难受。这游戏的八好像也是自动的呀。看不到，主要是看不到那根杠子，麻
烦了。33秒啦，是不是有人已经过了？我们队伍里谁过了？我这怎么走？然后跳到糖葫芦上面，有人打我一下。完了，哎，我上来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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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着。哎呦，怎么挂机啊？又什么意思啊你？哎呀，这有人跳下去。有人过了吗？糖葫芦那里弹，你想上去啊？不是糖葫芦弹一下，就是糖葫芦那里跳起来就能过。对，跳起来一直上去。完了。这就是特别难的关吗？你过了吗？你在出之前挂机。不是，我刚刚只有一只手，刚刚有个人要来买我的显示器，我在和他周旋。有个人要来买你的显示器啊？总是有人要来买我的显示器，但是他们总是跟我讨价还价半天，然后最后说不买，我很奇怪，他们喜欢跟我讨价，是不是有人喜欢享受这个讨价的过程？然后讨价完，我同意了他的价格，然后他不买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操作。也是一回合的，味道。也是有没有李大哥那种他直接显示图片的过不去的？不是，谁来买你显示器？网上的？网上的呀。跟你聊天啊？啊？跟你讨价还价？对，就已经好几个了，有这么两三个吧，就是隔一段时间来一个。便宜点卖了呗？不是，我便宜点，我答应了呀。他开了个价格，我答应了，然后他又人就没了。那你就不懂话术了。比如说你标价500，他给你开400，然后你不能一口答应，好吧？那人家觉得可能自己这个价报的有点高了。你要说，哎呦，这个很难，我是700多买的，我想了想，哎呀，我考虑一下，然后再稍微等个5分钟去，哎，想想算了吧，那就出给你吧，过两天要回国了，就这样，就行了吧。我纠结了一段时间，你要面露难色。我说那行吧，对，我已经注意化了。那行吧不行，那行吧还是显得太干脆了，不行的。就是你不够老道了，哎呦，是不是老道？是的，你得套路他一下。也不是套路，这个正常的啊，你这个说的太干脆，别人以为他开亏了，你知道吧？价格开高了。没有呀，我已经套路过了呀。就比如说，我卖500啊，他跟我说400，我说450，然后我跟他争了一会儿，然后我再说400，不是这样的呀。哦，完了，我操！啊！被砸下去的，看看这大西瓜，我的天哪！坏了，这里是不是要扑一下呀？已经过了吗？过了，我快过了，我马上过了。前两天有人出3500买我的主机，就。你多少钱买的来着？4200。哪个主机？新配的那个啊？对啊。你新配那个干嘛要卖掉啊？因为我想弄4090。怎么4070太配的感觉怎么还不够啊？有什么不够的？没有，我想在国内叫你配的。在国内叫我配啊？你用4070太应该够了呀，你的显示器感觉应该对啊，应该够了。你不会是上次哭呀，滑下去的？好吧。你不是上次玩那个飞机游戏，感觉有点卡吧？看我操作。没飞机那个我已经不玩了。哦。哎，进了。哎呦，还好。你们都进了，哎呦，这个操作我没看懂的。都过了呀。啊，这个是谁啊？这个是一共就10个人啊。哎，十个人啊。你是倒数第二个，还有一个你看连跳都不会跳的小朋友是。读图好像在自定义那里输代码玩，那代码是多少？我是第一啊！没有，各自各的第一，只要你赢了就是第一。那没意思。对，大家都算是冠军吗？那奖励岂不是给的很多？啊，就等于给皇冠的，这个刷皇冠的。他还感觉有点简单啊，这种图，这种图太，是吧？太简单了，确实太简单了。怎么打别人的毒图啊？
不知道贼难的图是什么。选自定义，然后呢，用主机提交。主机。好像是的呀，选择节目，输入分享代码，最热门，是不是就这个啊？自选混搭，最爱收藏，我的回合。那怎么知道别人的代码呢？怪了。功法有没有？我去看一眼。怎么收别人的代码呢？你们可以先进啊，大厅验证码可以先进 T6VHB， 好像是输代码进去玩的。怎么进大厅来着？找不见了。上面自定义，自定义，然后选择加入，然后把这个代码敲进去就可以了。李娜出去吃饭了，陪老婆出去吃饭了。代码要能不能给我整一个到下播前都过不去的图，挑战一下自己？让老赵找一找呀，粽子有了，粽子有没有代码？内马尔发的，好长啊，这个代码，这不会是一个的代码？说话，内马尔，说话。不是大哥，这什么？这是什么代码？摩斯电码啊，这是啊？还是人家那个以前小时候翻的那个电话黄页啊？是啊？啊，电话号码黄页，什么什么的电话，怎么他妈这么长啊？这个玩意儿，我看到有一个标里个括号 hard， 应该是蛮难的。这是很多个图，我就选那个 hard 了。很多个图啊，我就选那个 hard 了，我来选择一下。啊，一个代码是12位。确定，加载。哦，我输进去了，有了。你们进了没有？你开了我们就进了呀。就还有我已经选择完了，玩家7，对，都进了吧，7-20了，都进了没有？我看玩家列表啊，粽子718叫我小苔藓，小猴子爱吃大果粒啊，又男朋友进来了，老道儿，内马尔呢？内马尔人呢？曲多多呢？进来操练一下，曲多多进来操练。代码是多少来着 ？T6VHB。T6VHB。T6VHB。对，进来操练一下嘟嘟。来。就是他所有那些都在这里了吗？什么东西啊？不是，就这是只是单单这一张图，但这张图据说很难。是吧？嗯，准备好啊。又有一个括号叫 hard， 9个人了。内马尔人呢？这个 Rainbow 应该不是内马尔吧？应该是，这谁啊？0921出列是不是？这是内马尔，不是的，内马尔是这个，哎，斯科内马尔，看到了 ，OK， 可以了，开了啊，来，开专题，最多20个人，这张图。你们是正在连接服务器吗？嗯，对，是的。要连你吧。要开始了，正在等待玩家进了。进了。图的名字叫 Digital Death Room， 数字死亡奔跑。什么？啊？什么？我看到右边的板子了。我看见了，完了，这东西要闯祸了，我怎么卡在这个缝里了？哦，我知道了。哎、啊，好像还行啊。啊！哎呦，啊，好像又不太行了。哦，连着跳啊！哎呦，这个连跳，完了，一下都不能断，闯祸了，这玩意儿闯祸了。哎，不行，这里中第二段要不能趴着，第一段趴着。啊操！趴着，哎呦，趴着没用的，不需要趴着的，没就连跳就可以了。没弹起来，跳不起来。我扒住，哎呦我操！好像趴下好像没弹力了，必须得站着。必须得站着，就是第一阶段你可以趴着，第二阶段完了，怎么跳不上去啊？哎呦，坏了，被人扒拉的这个地方，哎。完了，没跳起来。不是，大家不会全都还在这儿吧？
是不是有点太难了这玩意儿？主要是在后面那里，我刚才到那里之后，我不知道怎么走了，我不知道往哪里跳，原地跳了两下掉下去了。哎呦，站不起来。跳了，在右边。就是你第一个跳完之后，再跳第二个那个，就那个弹床再跳，很难的，瞬间转头，然后再跳一下。哎呦我操，这怎么跳得过去啊，兄弟？果然是猪头啊！哎呦，这太极限了呀！完了。哦，好像要吹风，兄弟们，不是，就是吹到前面那个风把你吹过去，不是直接跳的。第二个。是往前跳，吹个风把你吹过去，然后再那个起不来了，很难。哎，风差点，风力不够，感觉像风力不够，速度不够。我感觉也是不速。哎，我地水把好难听，你妈怎么是个流河呀？完了，这风也不够啊，感觉吹不到呀。这游戏跟 OLAP 又不是一个概念了，太快跳不起来，不是一个东西啊，这个。有点意思。哎，哦，不行，风力不够，弹了没用，风力不够，不知道哪里错了。哎，吹过头了。怎么跳起来的呀？这风难道是有的时候吹力比较强，有时候没风的？没有，你要在中间去救援。哦。一下子弹起来，那个风弹起来，你要弹到那个风上面，对，弹到那风上面吹它，吹过去再扑一下，那它就能过去了。有人现在跳到第二个板子吗？我想问一下，没有。有没有人现在跳到第二个板子的？我感觉这里是不是可以偷鸡啊？你们看这个板子下面右边那个板子，跳不过去的呀，这怎么跳？哎呦，差一点点。这不够远，必须得吹到那个风。哦，跳池，我觉得可以截图了。时间到了呀，时间都要到了，还有时间限制。有人，啊，这有时间限制不行啊，时间能不能调呀？不调，大家都过不去。李大夫说可以调呢，调了时间搞得像能过得去一样的。又死了。很极限，很极限，非常极限。难道第一次跳的时候就要往右边转啦？往右边转一下，转完之后往左跳。高度不够的话，你也是不行的，你一定要跳到那个高度。完了，好难啊！这不换个图？换个图呀，有人过来没有的呀？烤肉大师一个，这个图的作者叫烤肉大师 ，Master Ota。换图了，再换一张，这图太难了，兄弟，这什么图了？这是，看一下内马尔第一张图，这读图有点读的太厉害了，有点读的吃不消了，有点。怎么把它删掉啊？输入分享代码，暂停，确定。攀岩王者，这好像还可以。是多少？验证码是多少啊？等一下啊，稍等。我刚才退出来的。攀岩王者T6 VHB。换一张攀岩王者，这个看上去正常一点，国人做的正常一点。好的，开。哎，发展。时间忘记调了 ，sorry。这是卡皮，有的。我觉得唐东人这个毒图啊，还是很难火起来。实话实说，他这个物理引擎整体的感觉还适合娱乐，做人毒图之后很难弄，真的很难弄。为什么这个卡皮人数还变多啦？有个人进来，两个卡皮，两个卡皮。
感谢顾北新神送的加油呀，谢谢林神送的 Circle Life， 谢谢林神大老板，感谢东方树叶送的加油呀。谁呀？到底谁呀？等等，等等也不知道呀。对，毒徒甚至还不如那个人类一败涂地呢，那个毒徒搞起来挺有意思。啊？就剩五个人啊？哦，总有的。啊。哦，还是蛮简单的嘛，攀岩而已，简单简单。那上面就不是攀岩了呀，上面是，哎呀，小猴子！你还小猴子，你直接叫老公吧，我。这是麻子啊！走，我们一起上去。哦，反挡视野啊！呀！哦，哎呦，不行！哎呦，完挡视野，看不见。投机，投机才有乐趣，不投机没乐趣。这是什么？有蹦床的下来的？左边。哦，对，冰冰。但是其实很难上来。看我操作，看我操作。这有些路线好像是比较精简，有些路线是比较麻烦的，好像。啊。完了，掉下来。安全。哎呦。白偷了。你精简那些。不要啊。这个地方能上来吗？然后撞头啊。哎呦，他这个挡视角的看不清楚，有些牌子太密了，牌子贼密了。还是我来弹一下，那我视角完了。不要！哎呦，还是没被。不要！哎呦，可惜了，差一点。我怎么感觉把我撞下来了，兄弟？是你自己太胖了，不要问谁撞上你，这样扒不住啊。问是你是不是你自己太胖了？我总感觉他们都上去了，这样扒不住，我算了，不要往这里走了，稳当一点，慢慢往上。我没有开自动抓握，好像是的。有人过啦！那边是不是偷偷玩过这些毒徒？第一张有可能他玩过的，他自己发的，有可能是玩过了。我也上去了，我先说一下啊，我胜利了啊，当心一点啊！哎呦，我操，前面有个大柱子，有点吓人。卡住！开玩笑，这个是会卡的呀。啊 ，Only Up 的通关高手了，完了！哎呦，被卡视角掉下来了。不学那两个砖，冲！这哪地方？我有点毒的这玩意儿。弹，弹，抓住！哪里通关？这又是什么东西啊？怎么通的、啊？那边直接下去啊？下去。还有谁没过的吗？去多多，阿口师傅，哎呦还在下面啊！哎呦，我马上过关了呀！怎么还在下面？我马上过关了。倒计时都结束了，你还在起点？还有小猴子吃大果粒，我操！小猴子吃大果粒，绝对跟阿佑是一个级别的，绝对的。啊，这张还好，这张并不难，就攀拔一下，还可以。哎呦，被卡视角卡了两次，难看。这就是你能玩的毒徒啊！哎呦啊，啊！太简单了，没什么意思，太简单了，没用。过了五分钟，结果还在起点。
啊？什么起点？我马上到终点了。哪里到终点？别人都看到了，都已经看到你了，还在起点，最后只能闷声跳到下面。开，再换一张。小猴子真的不是这个右的小猴子，当然不是，这两个人，只不过两个人有奸情。那小猴子是阿佑的老公，阿佑老公。感谢有猫大美女送的加油鸭，祝有猫大老板迪克大大啊不越来越美，不好意思。上厕所，这个读图最好是那种专题关卡，然后加在一起的那种就好了。我也上厕所，哎，开了。这边有进入啊！哦，超级！哦，哎呦，走左边呢、啊？走右边是干嘛、啊？那么慢？怎么走中间啊？走中间呀、啊！嘟嘟卡。这么快！哎呦！哎呦，来了，已经开始了。在哪？已经到了。小猴子，不是刚刚阿佑在上厕所，小猴子在干什么？在拽阿佑。啊！鸭哥来这边，鸭哥来这边，来这边啊！哦，前面是坑了。你是右边是什么呀？右边太磨蹭了啊、哦！这一个，左边才是终点。我靠！左边才是终点。根哥，哎呦，完了，这不简单吗？我操！是黄板子的左边还是右边？哦、黄板子的右边。出生点的左边。阿斌反正是这么带我的。没有没有，鸭哥可以走中间。过来。这叫赌徒啊！啊！去赌徒，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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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的，你就直接跳，直接跳可以的。阿斌怎么还没过阿斌啊？我阿斌之前发现了路，我在那个小路那里会晕。好啊！不够熟练啊，不够熟练。你带我过来，我直接过去了。哎呦，阿斌，你看看，哇！受不了了，要走上了，阿斌、哎，是不是成人水平还是差了，阿斌？啊，阿斌。图真的没什么难的呀，两边真的很简单，中间我不知道，有可能是迷宫。这里你别急，亚斌。啊，中间好像是死路哎。是死路啊？走呀，亚斌。哎呦，速度太快了，一下子。不会吐了吧？有点吐。嗯，完。走呀，边。被困在这里了，我也得开个自动抓我，很方便。不要走中间呀！怎么开自动抓握呀，兄弟们？设置里面有，设置里面有一个抓握。这里 ESC 里没有，键盘设置里没有呀。抓握是一个 Shift 的按键。哎，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我找一下，稍等。应该在外面改吧，可能。阿佑还在挖机、啊、在外面，他这个设置这里少的那一个，右边也不是路，
压缩服密码再看一下我电脑重启。都是路啊，前面都是门。不是不是，我们有四个人困在中间了。闭嘴啊！右边也是路，右边也有一个终点。我想问一下，老道还没挂？啊？就只有中间是陷阱。哎，我走中间了。不是说走中间很简单的吗？走到现在还没走啊？中间是很简单，中间有个检查点的。啊，对。那为什么还没过呢？它不是终点呀，它要你要回去回到那回到总部那里再要过去。大厅验证码 T6VHB， 设计里是有抓握，但那个抓握不是自动抓握，懂了吗？那个是要按键才能抓握，有一个自动抓握，就你不需要按任何的键，就自动帮你粘上了，叫位置够。那个只是抓握，不是自动抓握。再换张图看看。分享代码。我没看到哪里能改时间的，我说句实话，对啊，我没看到哪里能改时间的，哪里能改时间？你就说改，这个图选完就结束了，没有哪里能改时间的呀，没有，根本没有。竞速右边不是40秒，40秒你可以改，那个点不了，那没办法，对吧？自动抓握要到主界面才能改自动 ，OK， 在这里面已经改不了了，那算了吧，没事。钱拆线是吗？他这图可惜的是，他都不是专题，他都是一张张图。过了你就算过了，没有那种淘汰机制。这有什么难的？这中间摆的这几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好像有点长啊，好像啊。这么远的？这边可以起飞。铁人三项啊，粽子怎么是个龙啊？头发好香哟，头发好香，这个头发好香，蔡徐坤啊。耶，风撞的有那种特效了，之前就有啊，没有现在那么明显，现在风撞弹那种特效出来。这里好像能直接跳过去，没人尝试一下吗？哦，有人掉了，掉啊！谁掉下去啦？不知道。距离太长了，不行。这都有个加速的话还行。走个杠子还能有人掉下去的？老道一马当先啊，老道！哎，简单。你回头看一下，离得老远了。谁掉下去了？看看我这鲤鱼打挺，兄弟们学习一下啊！什么叫挪威鱼？开玩笑，操！学习一下，什么叫做操作？老道来，劈一下！要抽了吗？啊啊！完啦！扑下去了，完啦！鲤鱼打挺，是不是？鲤鱼打挺的。哎，还是我这个选手比较稳健，对不对？有这啊，鲤鱼打挺，你还以为自己先晕到翻身呢、啊？还等我们这种？我实话说，这个拍在地板上是声音有点色情的，有点。鸭哥，你还能过来吗？我怎么不能过来？我就慢了点。内马尔扑吧，不扑的太慢了，内马尔还跑呢，在扑起来呀！坏了，不行！哦，哎，不能连跳，连跳怎么连？那狡猾。你过关啦！啊！大家还在扑啊？失误呀，小失误呀，没办法。
喂，不会有人还在鲤鱼打挺吧？喂，鱼们有的时候扑饭扑饭，有可能扑到水面上来的呀，没办法的呀，这没办法，扑过头了呀。哦，鸭哥，这不随便扑吧，鸭哥？扑过头了呀。鸭哥，时间不够了呀。还好鸭哥后面还有个小猴子陪着你啊，不然你就最后一名了。完了，鸭哥，还有鸭哥，加快速度啊！跳舞跳舞，这有缝啊，鸭哥，有缝的呀！我刚才没拔帅，有缝的呀，跳一跳的，扑一扑呢，有缝呀！你不会以为没拔帅吧？跳呀，不要！鲤鱼打挺呀，打起来呢！话不要多，这把再来一把。那这里显示的粽子是他第一名了，没错吧？他这确实是第一名啊！我们是我第一。你们过关人显示自己就是第一，但是没过关的人显示是第一名。都出来没？没有可能。别废话，都出来没？出来了。出来了。出来是吧？再开吧。鲤鱼打挺有那么难吗？要不我给你示范一下。我鲤鱼给你示范一下。好，自信拆门。哎呦，哎，怎么用石头啊？是这个东西啊？那个不证明一下，证明一下。好吧，希望我这个最后出发的人不会有比有人落后。好像在跑马拉松，铁人三项呀。哎，阿斌师傅怎么这么慢？我刚切回来，我刚才在看短视频，准备要开艇了。谁键盘按的这么响？有的掉下去。铁地板位不用这样的了。当掉下去，我先通知一下，按的太快容易掉下去的啊。怕什么？什么声音？压力这么大吗？你们怎么都不说话的呀？很激烈的呀，知道啦，很激烈的呀。干嘛？鸭哥，你不会飞不出去了吧？啊？是不是在第二？开玩笑，我操！笑死我！操！喂，谁呀？回头呀！别卡位置啊！谁这么快啊？头发。哥哥给的力量，哥哥给的力量，哥哥给的。小欧哉是大果粒，绝对是师承阿玉。我实话实说，阿玉在干嘛？阿玉，前面又在跟前面又在跟小欧哉是大果粒搞奸情了。阿
阿优刚刚跑到快跑完的时候掉下去了。啊，阿优跑到快跑完的时候掉下去了，他心态爆炸了。应该是。阿优再做招一个。这个没什么难度，主要是中间不能掉下去，掉下去就吃亏吃的太多了，就知道吧。怎么回事，内马尔？你在干嘛，内马尔？你这是什么跳法，内马尔？你怎么跳出来这种动作的？怎么跳出来的？好了。哎，简单。我为什么站不起来？哎呀！你刚刚是因为站不起来，所以跳成这样的？他因为他一直都是头落地的。再来一张，扶着。你不是。真的吗？你这么多毒图哪里找的？我想问一下，哪里找来的？科目一独木桥一个，还有科目一的。开始。先找。连一群人的红包局。什么？感谢 FAZ 送的加油呀！内马尔说的很清，我也没听清，什么红包局，我听出来。啊，应该是跟朋友玩红包局。隔壁有一群主播，昨天在玩红包局。就拿这个玩，玩红包局啊？对。那阿优和小猴子不能参加的。你不想破产？对，阿优和小猴子参加了，绝对破产破到沟里面去。阿优到时候一弄一个显示器的钱要亏出去。阿优，你这显示器挂多少奥刀啊？阿优。挂五百。500澳刀，500澳刀多少钱？2500啊，人民币。哎，有人买的？2500买个显示器，有人买的？大凯子啊，会砍一砍，挂高一点，好让他们往下砍呀。我操，完了，这什么东西啊？啊？哦，懂了。那这个东西怎么弄？这是专门挡视野的吗？怎么都看不见、啊？对。这上面东西也砸不到你啊。对啊，那个全都砸不到、啊、没难度啊，警官。啊，不要用橡胶来砸。不要啊，完了，有人扒拉我，牙哥。哎，这个弯子大。哎呦，哎，上面东西就是给你心理压力的。差点被他弄死了。留住什么，老大？呀，下去了，哎呦，下去了！我过关了呀，你怎么还在起点呀？怎么回事？来，11-12了，什么？和阿斌争最后一名啊？我拉了一下阿斌呀，沦落到这种程度了，最后一名不能进的，争夺倒数第一。阿斌算了，阿斌慢一点，我们两个人齐头并进一起进去行不行？阿斌，你是没玩坏吧？叫你爸了，我拉他一下，他下去了，结果我一笑，笑的我也下去了，我没办法，我看，我拉他下去了，这个太简单了，怎么这难度差别这么大呢？科目一嘛，那下一张是科目二，我来看是不是科目二，看下一张是不是科目二，嗯，输入，不是 ，ban，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看一下。就这样吐完红包局啊？有必要吗？这种图们只要没人扒拉你，你只要出生点靠前，你肯定赢的喽。那你这运气呀，那没办法呀。这是什么？不知道。嗯？啥呢？哦，啊，这个我好像看过。哎呀，我怎么横着滚？塞这个玻璃里面。来。
啊，对。没吃到点，呀，怎么跑这么快啊，这玩意儿。什么意思啊？这什么？什么意思啊？在哪里啊？什么意思啊？哎，在这呢，在这呢。正上方头顶。在下面啊。在上面。哦，看到了。飞得够高就能看到。我操，这怎么飞上去啊，兄弟？可以飞。它好像是会变强那个磁力。我大概明白了，我需要从左边一路飞上去。我早就想过了方法，这个方法没，但是没用。没有，它那个磁飘的磁力是加强的，我知道，逐渐变强的。然后呢，上去了吗？我觉得应该是要来回换，要看脚底下的这个风扇的腔调，来回换，看它的颜色，来回切换，懂吧？来回切换。哎，怎么还有人从上面掉下来砸我的？大哥，你就谁砸我呀？你得从最下面就一块嘛，站在那里啊，直接推上去就够了。真的吗？对啊，你要往前扑一下，就站住一块。哎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在推你，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千万不能告诉阿斌，都给我下来。阿斌听懂了，找我了。你在干？你在干嘛？你不是说最后一块吗？就这一块呀，对不啦？没错呀。对。哎啊！哟，你让他在，对，你在推着他，让他推你，然后就会推得很高的。你要先在半空中，然后它再亮，然后再吹你，说这时候你就能上去了。啊啊！有只马，有只马没爬进去。哟！我的 fuck！ 后面去了。二十秒。我十五秒，出汗了。哎呀！哎呀！这一关谁砸我一下谁？这是谁？还有五秒，好打好打。是谁？妈！哎呦，这个猴子磕到门杆上面了。垃圾桶，我操！最后一个，这前面过得这么流畅，我操！最后搞一个这种，搞个这种就是，平常这种菜瓜都能直接进去的点，我操！我真服了，我受不了了。前面很是技术啊，整个大转盘我行云流水，我开瓜都进不来，只有高手才能。没办法，我可惜。哎呦，这种我前面跑的贼慢，进来我的碰一波运气，直接碰进去了吧？这就是最后一道大题，拉开分差，明白不？拉开分差。谁发最后一道大题九十分呀？信仰之月。我哪里是出单？我前面贼快，我冲在第一名，结果跑到这里，最后这个东西，我的。耍赖皮，难受，绝对耍赖皮，这个点绝对耍赖皮。妈，跳楼啊这个！感谢从金刀到震荡波送的乔云海，这名字有点搞啊。这不给他禁言。谁？啊！我看了很远，什么？看见了。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哎呀！啊！
他妈的，这距离不够呀，要多远才能跳过去啊？完了，卡在这里了，完了。阿斌，我操！好卡，阿斌，好卡。这怎么跳的、啊？我也问一下，这怎么跳的？哎，有人跳过去了。能跳啊？看看要很极限。观察一下，我知道。完了。哎呦！哦，要跳三跳才行，要么高度不够。我们两个互相卡都被卡住了。感觉要上去要有个力道的，要有个力不够。这铁泥板不行的。哎呀，这铁泥板没力道的，看到吗？不行的。应该是，你要最极限的才跳出，他就可以上去。感觉还是不够呀。很极限的，相当于。感觉有一个什么技巧没学会。缺一个技巧。哟，阿斌跳这么远，是不是要从侧面？啊，又好像被挤出去了。我来看看，我来看一下，你妈没过。我知道了，要跳扑，要接跳，接上去，要不然不够的，要不然原地跳没用的。你跳扑之后，怎么可能还能跳得下？跳不了，都不行，都被碰到呀。跳不了，跳不了，都没扑上呀。不，砰一下没扑上。铁猫，铁猫在老手了，没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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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老刀扑上了，怎么扑的？就很极限的位置跳跳扑，哎，就但那边我上不去，不知道为什么。完了，上面没有存档点呢、啊。这张是张赌赌。哎呦，差一点点，磕到头了。呀，上面那个也很极限，跳上去了，再弹一下那个也很极限。对啊，上面没有存档点是吗？哎，怎么了？你应该是没有存档点，前面都没人，你没看到吗？有存档点，有存档点，在那个吹风那个地方。哎呦，太难了，这点，有点极限。他要很极限跳的，感觉得在这个板子上弹一下。这个弹簧越弹越没力的，他就这样了。我操！哎呦！然后极限再扒那个，跳过去之后极限扒那个门的边啊！啊，对。天哪！很极限这个，极限中的极限，还要极限扒拉。前面那个已经很极限了，已经。我的是我那个门一直贴在那门框下面一点点，没到那个界面。根本我扒拉不到，好吧。我也是。小猴子为什么和鸭哥在这里游泳？卡住了。卡在这个地方，我卡在阿斌卡在这个地方。这张图太极限了，很难弄。这是已经过了吗？没过吧？头发很像过了。过了呀。过了。就过了一个，好像简单图，简单图，你过啦？啊，还是做简单了呀？啊，挂有挂，找到了有挂，都有挂，你过啦？再来一下，他过了。爱极限的那个动作。我那个弹簧他跳上去，我以为掉下去，他自己扒上去了。我弹簧我能掉上去，但是那个扒到那个门我扒拉不到。那我也扒拉不到，弹簧我也上去了、就是那个门呀，就是那个门，我以为掉下去了，他自己扒拉上去了。哦，那自动攀爬我到底开没开？感觉应该开了。好不好，怎么还是这个图？他这个时间不让调，有点恼火。我不信。那如果时间让你调的话，第一个其实现在掌握了之后你就知道了。你看那个板子到头，实际上那个板子还没到头。好、哦，稍微再晚一点，再晚一点调就可以了。
知道吧？那个板子你以为到头的时候，你再往前走一点点就可以了。看好，有人挡住我了。还掉还掉，你没心跳？你人太多了，不好跳。我已经上来了啊！哦，我也想啊。下去能住你先等一等不，否则倒计时会比较怪。哎呦，行 ，OK OK、上面那个是一个加速板。我知道了，我刚刚一直在跳那个能开的门，所以跳不过去，跳最中间那个缝，然后再走开那个门就行了。本来应该试着跳而已。哎呦，这个板好像得站在靠外面的位置。我大概这个重生要好久，应该落到好几下才能。哎呦，不行。我大概知道怎么跳。学会了，兄弟们。杨哥，你来，你先。我这边他过去了，我没过去，难道我太重了吗？冲一下，从下面、冲上来。哎呦，被撞了一下啊！啊，没扒拉到，好烦。主要是老是差一点点距离，那个头磕到那个梁了，中间。对，我也撞到了，扒不到，感觉像是距离没控好，扒不到。你在那个板子上弹的时候，先弹几下，然后再跳靠边缘的位置再往上扑就好了。别提了，你弹了几下，它弹力还是那样子，它不会弹高的。不是，但是你可以从板子上更靠近那边门啊，能懂不？那个圆圈板子很大的，你稍微靠近那边一点。都是理论大师。更靠近。可是我过了呀，因为过了，我不是理论大师。啊、哦！这种扒拉不？哎，这个人过关了，那我也过了，不等你们了，兄弟们，先过了。哦，还是要，哎呦。哦，别打我！什么情况啊？这个板子怎么越来越小了？喂，你们在哪里呢？我来观战一下。哟，亚哥还在起点呢？没事，我教你，我教传授经验，亚哥。把嘴巴闭上。哎，我真得教你，我刚刚过来，我真得教教你。你上上面多弹几下，你到这个圆形的跳板再靠边一点。把嘴巴闭上。你这样直接，哎，对，再靠边一点，再靠边一点。好好好，就现在。好，就现在。噗噗噗噗噗噗，你看怎么样？一次成功。我有一个好老师，比自己努力一万遍都强。怎么做呀，哥？但是你还有30秒，稍微有点极限啊，加油。后面长什么样？后面很简单，简单。哎，为什么爬不到啊？爬不了那个板子的呀，最后那个板子。正常的应该是能扒拉的。你跳的太早了。啊！那应该是我跳早了，应该是极限跳板的跳到上面。进步很大，到了倒数第二关了。嘴巴闭上。就前面出现一点小意外而已，你怎么话这么多呢？过个一关，我才说这么久。平常时候红包局乱套的，非要这个时候的，嘴巴乱叫的。那我只能观战呀，没办法，我过关了呀，我没事干呀，我只能观战呀。游戏设计者的问题，不把关卡做难一点，逮住一个机会乱叫。为什么他观战用嘴巴？他就是这样的。平常我倒默不作声，但凡是小小的运气好过个一关，就开始耀武扬威，就开始。我这是良心教学，我确实还良心教学需要你教吗？我不知道在那个边吗？刚那个图没死，教学这重生太久了，要掉到很地面的时候才会重生，浪费时间，纯纯的。这土才是我真正开始发挥的地方。
哦哦，这里要跳。幸运的眷顾，永远不可能被打到。幸运。为什么你们跑这么快？哎呦！哟，亚哥，人呢？还幸运吗？喂。下去啦。哎，可惜了，我本来在你后面想保护一下你的，可惜了。你凭什么打到我呀？这个视角不能往上抬，真难受。对，防盗人的视角怎么是这样的？不能抬头看的。啊。他正式版的呢，应该是这个不行。但我刚刚上一关也不能，他这些关卡好像都不能。这种私人做的图可能是没。哎，厉害啊！哦哟，哦，吓死我！我去，各种砸，各种砸。谁呀？哎呦，从终点一路把我打出来，初始点。嘟嘟嘟嘟嘟，哟，电波也进来。猛男东，阿斌师傅，弄斯威尔。哎呦哎呦哎呦！救命啊！你们切边走呀，切边就没到东西了。这种不是毒图，这是叫什么运气图？哎、看也不能往上看，躲也躲不了，就纯纯运气，我的。有些人还能叫着怎么关，我操！这纯粹简单图呀，就这种运气图的，这种还能吹嘘自己的水平了，哎、还能吹出自己的水平哦。啊呀！还有谁没上来的吗？我看到老大好像已经下去很多次了，老大，啊，老大，没办法，没呀，怎么回事？老大，还有小职业。哎呦，小猴子，切边的小猴子。这头发好像是个什么角色啊？这是，就是发型送的这。哎呦！哦、啊，这是什么？阿兵也过来了。现在还有谁没过的？我想问一下，这里还有谁没来的？好像是老大。还有猴子也在这里。小猴子还是大果粒。你不是你怎么不带你女朋友过来呢？哎呦！往右边走呀！你们没感觉左边东西特别多吗？靠右边呀。不是你为什么不带你女朋友过来、啊？这关太简单了，没必要过。这关太简单了。那你默认了小猴子就是你女朋友了，默认了。我怎么我女朋友了？默认了，是有奸情了。怎么说的感觉害羞起来了？小猴子有老婆的是谁啊？你啊？我猜的。你猜的就你了。这就是我猜的。小子直播间，小子是不是有老婆了？老婆是不是有？哎，不对，小猴子在我旁边乱跑啊！去多多也没上来啊，去多多、啊。我没上来、啊，我们三个人。就我。水果有那么难吗？贴着边走，应该就不会被砸了呀，就还好呀。我一直被砸呀。一直被砸。啊！这他妈不是猛男东吗？怎么这么美呀、啊，老大？我也不知道呀。哟，再不进来，时间到了。我进了，我要进了。不去，真惨的老大，真惨的。谁爱上谁上，我不去。什么运气啊，老大？怎么回事？这都没进去啊。我每次看老大被打，没来得及笑，我就打下去了。痛苦。这图不难。运气的呀，纯运气怎么呀？这难度完全不难，完完全全不难。还是第一张图，那张图难呀、啊。对，纯运气，没有任何技巧的，技巧任何一点都没有。高手窄路来了，高手图。来，高手窄路啊，高手窄路。确实运气图，真的运气图。这把前面的水果砸你两下，这谁知道的了？纯运气。有些人就是狗运，是谁我不说。来了，高手图。菜走菜菜的才走宽路，看到没有？谁走宽路谁踩皮，好吧？说好了啊！我来。干什么？哪有窄路啊？这不全是宽路吗？后面呀，你别急，肯定是后面了。这下坡还有鲤鱼打挺啊？
滑艇没有滑得快。对啊。哎，往哪边？右边呢？哎，大哥，怎么回事啊？怎么在这儿？什么在这儿？这是窄路呀。这是宽路。窄路啊？窄路呀。明显窄路啊。那我走错路了。这声音真的好恶心、啊、不会有人真走了宽路了吧？不知道呀，刚那里我看那个确实右边窄一点呀，不知道呀，左边这个能是窄路太走宽路了，太走宽路了，反正我走的窄路，我不知道我走的窄路，我不知道他两个终点，你看，很明显，你那边矿了，你那边肯定是矿路呀。太低。什么东西啊？人家是窄路进去的，好像。人家宽路进去还是窄路进去？窄路进去，窄路进去。哎呦，掉下去了，等着。啊，这里没存档点的呀。哎呦，这里有个缝，没注意到。那我当回头了。宽路要慢好多的，对啊，能回头吗？啊？你们自己看直播，我这是宽路还是窄路？这么窄的路，还说我这是宽路？窄路就是路，没障碍啊，障碍都没有的。我们那边没路的，没有的。这么大一圈啊！你可以打过去。去你！你怎么也在这儿？哎呦！我怎么在？你走窄路啊？怎么了？你走是窄路啊，这是窄路啊！阿斌，你怎么也在这儿？你看我这个路这么窄啊？怎么都在这儿？这么窄的蓝色路还不窄？我都走个宽路都走这么慢，走到现在。好，我这沿我刚刚走的那边，然后我感觉那边太简单了，我就回来了。那边是那宽路嘛，太简单了。阿斌，走错了刚才。我走这么走太慢了呀！往左一点，这里要往左一点。我来看看窄路是什么样的，我来看一看。小太贤这里不是窄路，救命！曲多多这里好像是窄路，曲多多。我来看一看。这是坦南乐。我来看看猛男东。猛男东这里是哪？我想问问。窄路啊。窄路，但是这最后一个有点风车有点难上。我来看一下。就是要连着风车。猛男东这小黑豆，我操，滑的还挺开心的。这个玩意得看点运气啊。站位置站对了，位置站对的时候打得到那里，他位置站对。这里能偷鸡，你看猛男都可以直接从这里掉下去的，看到啊？掉到下面可以，直接掉到下面，可以偷鸡的。假如原来是这样的，就是偷鸡，来不及啦，猛男都。所以说猛男都偷鸡偷了一回合都没上去啊？啊，没上去啊？但你走宽路的人有什么好意思说别人的呢？你走宽路又没什么挑战的。几个东西来回躲一躲就完事了，你有什么资格这个就嘲笑人家就是走那个窄路的？有什么资格？我问你。确实，你走什么路呀？哥，我走窄路呀。能不能慢点走呀？我走窄路。那我走的也是窄路，我跟你走的一条路呀，没错呀。你走的是宽路呀。我跟你走的一条路呀，就是在后面。Do nothing。Plinko 这个不会是不需要操作，然后就是看运气的吧？不会吧？我看他的描述里是说，就是直接就是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然后就看运气的，可能是。感谢 TMO 大老板送的加油啊！感谢感叹号送的加油啊！你看 ，Do nothing, let luck control your fate， 让幸运来控制你的命运。拼运气了，兄弟们，看看谁是没必要，我说一下。我呀，
反正有人是被逼，好吧，看看哪个兵是最逼的被逼。看都看不见了，三维弹球。哎，三维弹球，怎么有些人是从外面弹出来的？我不懂。啊，会弹出去？那没逼啊，没逼中的没逼啊。啊，我不卡在风扇里面了啊！我运气还是不错的，有一句说一句。感觉重金一点运气要好一点。不一定的。我第二个进档，第一个是小猴子还是大火力？我站住了。关键他会被弹出去，真难受。他还有缝。我操，牡丹都被卡在这个道具里了。我弹到缝里面去了，我看到了。牡丹都，我操！哎呦，我操！这么差吧？我操，牡丹都像在被。阿兵在干嘛啊兵？牡丹都被碾在砧板里了，我操！啊，这么多你怎么掉进去的呀？有缝，我从那里出去三次了。哎呦，阿东你在干嘛啊东？牡丹都过了，牡丹都过了。阿口师傅挺惨的，阿口师傅也卡住了，阿口师傅在这儿。怎么卡住、啊？哎，卡住了，没事，会磨一会儿，磨一会儿就好了呀，不急啊，买好了，哎，好了。锤这东西怎么一直在那个？对啊，就纯运气啊，纯运气啊，怎么啦？就是拼运气的呀，看谁是最后的没逼。现在还有两个人是吧？几个人？还蛮多的嘛。徐多多、小混子、Rainbow。谁啊？妈的！我呀，都是没逼。哇，被砸了好多次。没呀，真的没打。那个板子的缝隙出去了三次，真难受。我也是。真没呀。复制，选择。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一时的朋友。什么意思？大家能够提到嘴，哎，自定义啊！你是谁啊？我是羊腿啊！你是羊腿？你在减肥训不是？你在减肥训练的人有什么资格玩游戏？我问你。我带了笔记本来啊。减肥训练还让你带笔记本啊？你属于开后门了，你属于。哎，谁呀？别推我！我操！哎，你现在减了多少啦？我服了，这个震荡波震了我两次了，震荡波啊，十五斤啊，减了十五斤，完了、啊、这震荡波啊！你在哪里减？训练营啊，哪里啊？哪里训练营？啊？怎么有人从上面下来啊？不，一边的，两边都有呀。哦。那走错路了，那下一步从哪走？不是，从学校。哎，哎，对，哎，需要中途跳出去吗？嗯，中途跳下去。阿宇不会这种操作的，你知道吧？杨子剪指甲的声音都变了。累累啊。减肥很累的，嘉哥，你是过来？什么？我快过了，我马上过来。你有我啥用啊？你试过了呀？试过什么？减肥啊？我又不需要减肥的。我这种体型还减肥啊？啊？你们怎么还没过呀？我快来。阿兵多少斤？阿兵。哇！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已经五年没去体检过了。他两百斤，是不是胖子吗？应该算是。那你也来呢？哎呀，要上班的呀。我应该是胖子。呀，又怎么还在这儿？又还在起点呢？怎么回事啊？这张图这么简单，狭路相逢勇者胜，怎么还在这里震荡波呢？哎呦，不敢出来呀啊！怎么回事啊？哎呦，
底下有个 UFO。太有没出阵，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多看一会儿这两个，我这还没过去啊，这也下去了。你别急，你别急，你瞧好啊，你别急。哎，我瞧好，我瞧好，过呢，慢慢往前过，这里上不去，要被人家打下来的。你就中间那个第二层，过第二层。哎呀，你没上去的是另外一边人，还没过去啊，又啊，在这个中间，对，你人太长了，是跟长钢斗，没办法。过呀，心态爆炸了又啊！哇，你别急，啊，滚斗都会掉下去了。哎，这里塞进去，对了对了，总算成功了，你试了五分钟总算成功了，我先走的。哎，为了给你展示一波一波过教学，靠边一点了啊，靠边一点，无所谓。你看我拆门根本就不会拆过，这技术懂吗？说什么？给我回去。哎呀，怎么还有这么菜的人还没到呀？还在跳滑滑板？哎呀，鲤鱼打！哎呦，你往上面跳是吧？哎呦，哎呦，时间不够了。这鲤鱼打挺直接过去不好了呀？哎呦，三十秒，这都能下去啊？够了，三十秒不能失误了。开挂了是吧？哎呦，前面。来不及了，十五秒，十五，哎呦，操作变形了，哎呦，操作变形了，着急了呀！啊，操作变形急了，这都过不去啊！这种简单度，这都过不去啊？不会吧？这不应该吧？难道前面你过那些关都是运气？哎呦，我刚去厕所，这怎么？我刚刚上了五分钟厕所，最后三十秒才回来的，哎呦，出发晚，出发晚，原来都是运气啊！出发晚了呀，最后一张弄完吃饭 last chance， 最后给你弄一张啊！原来都是运气，我的搞了个半天，我 FGSB 偷不了一点， FGSB 是不是意思啊？偷不了一点，偷不了一点一个。不过他这个读图比一开始的那些刚更新的时候确实做的稍微好玩了点，不过可惜没有淘汰机制了，他这种图都是单张单张的，你只能就大家过关就结束了，他出个专题比较好，就淘汰制的。问题是这是那些偷不了一点啊，玩家那个做的可以啊，不是那官方的。哦，啊，这移速这么快，怎么？哎呦，没看到，真恐怖！喂，太喵了。哎呦 What？ 我打火了，哎呦，行啊，偷鸡偷不了啊，那还是有点。麻烦了，有人过了吗？没有。哎呦，我看了，没有下去。这一个。八。
我操，有点毒的、啊。我有水扒了我一下。谁抓我一下？谁呀、啊？哎呦！我操！谁呀、啊？抓我！到这里，找我了。我把你们过不去了。哎，要给你。哦，这么把你顶下去啊，老大？啊？差点。别抓！别抓！别抓！我们一起过。加油，助跑，跳，扑，走，好。哎呦，这个风啊啊啊！哎，我啊，还没人过呀？这图这么难的吗？先过，阿斌，先过。哎呦 ！fuck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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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哎呦，这个风扇好难上啊！风扇好上，风扇上面都有点恶心，有一点点恶心。我说句实话，有点恶心。风扇上面的恶心，风扇那里其实只要调好角度就能上的。啊？那是八面。哎哎，你去，你们去吧。他这个后面连路都找不到。哎，哦，风扇这个是恶心。哎哎哎，后面给你收机了，傻逼！哎呀，什么呀这是？嘉哥再开一次，嘉哥，我找到路了。走。没人过呀，你以为后面很好过的？没人过呀，关键是。再开一次啊！再开一次，我不信啊！啊，那行吧。上去之后可以偷鸡？我这个呢？截图还蛮难的，真的蛮难的，很即兴。怎么可以跳那么远？你这……阿聪，你在啥玩意儿？原来上面有重生点啊！这怎么上去？牙哥跑得有点快呀，哟，不好意思，哈哈，快点，哦，是不是找到路了？啊，不是，那是堵住有防御板，啊，在上面有防御板，上不去，哎，我们上来了。聊了，我操！
啊！你点开了？哦哦，哎呦！乐乐边。没跳。哟 ，TM 小猴子、老道、猛龙都上来了，真没上来。哟，前面那不是阿佑吗？我早就上来了呀。应该不会有人还没上来吧？哎，这里要怎么走啊？嗯，不会的。这我到底到了哪里啊？我都不知道。要跳上面那块板子。那我跳过了，哎、我这是。这个弹有点难弹。哦。哦，这么简单。啊，鸭哥，你怎么还在初始点呢？啊？啊，不会吧？你在看错了吧，兵？确认一下，应该看错人了吧？哇，太难了。左边老道，左边一点点有一个缝，从、啊、左边一点点有个缝，从那里缝跳下去，把它扑到里面去，看到没有？这里啊？啊，对着它扑。哎，我怎么在干什么、啊？在这里，在这个这里啊。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B 谷后面就是终点呢、啊。我知道，那我可以截图机的呀。啊哈哈哈哈！怪管阿兵这个笑的，鸭哥呢？我要看一下鸭哥在哪里。哎，阿东你别打我呀！可以投机了，这里。哎呀，从旁边。他上面不是有防御板吗？怎么拖啊？他有没有滑板，有。他可以一直到顶上。要一个防御板会压他下来，有时间限制怎么办？上面还没看明白呢，怎么办？可以投机的，上面可以投机的，你过来。后面有块板，然后得可以扒拉他一直到顶上就可以。你过来阿斌，你过来。阿斌痛了呀！跳完之后其实挺简单。就前面这里容易歪一点点，但后面基本不会出问题的。一开始就走右边，右边跳那个风车，我感觉比较好跳。右边有个，右边跟左边都差不多的，只要你贴着边跳，其实都是能跳到的。怎么全来了呀？啥意思？我被谁踩下去了？不是，你们怎么都下来了？因为上面我跟你说了有防御板，它会砸下来的。哎，好。那简单呀，哎，我跳，我该扑了一下，走吧，走正常渠道，哎。哎呦！吓死我了！啊，这么快啊！正常走是很快就走到了，你们偏掉歪路。我怎么跳？哎呦！我被撞了一下。
阿斌你怎么还在这儿？我在，我刚才在去跳后面那个捷径。啊，可以，那捷径，你过来，你过来。那个捷径，那个板子那里，能往后飞扑，卡在上面去，是算了吧。跳中间，中间。慢点进啊，慢点进啊。没有人进，一人进了。是啊，你怎么回事？怎么才到这里的？啊，这就是那个偷鸡的地方。对，那边偷鸡、啊。哦，这是偷鸡哦。把它扒住它就可以了。对，扒住它，要它。这怎么过来？它屁股上，但上面有个反应板。对，它有个板子。这里怎么过的阿斌？左边就没有板。先是到那个风扇那边吹上去，然后从那个彩虹的那个中间那块板跳到那上面。哦、看到了，这个风扇还玩。你跳到一半往后跳。哦。大不大？红魔论。不对啊，这又回来了。对，只能走这，那边上面只能走这，杨哥。哦，然后呢？怎么走？然后怎么走？再回去啊？走呀！怎么又回去了？不对啊，大哥。那边是偷鸡偷上来的。时间要到了。我没懂啊，然后呢？正常走，这可以通关了。那么严格，嗯，这不歧视点吗？怎么又回来了？这里，鸭哥，这里，这里下过去，跳不回来。我糊涂了，我他妈走不动。我怎么又回到一开始的起点了，大哥？你要跳到那个滑板那里，在滑板那里，然后呢，跳到左边那个。是这样的，是你刚刚看到的彩虹的那块板上面还有一块板，上面那块板上有风扇可以吹上去。嗯，你点选错的。风扇吹上去，你不是吹到中间那个闸层那个滑板那里吗？滑板那里，你面前是能斜跳到那个建筑里面的。我已经吃到后面的检查点，为什么我回到就那个原点的检查点还会再吃一遍？吃完之后就在原点重生了，为什么？对啊，可以吃的。他那个就你去了下一个检查点，那也是可以吃的。起点也是有一个检查点的。我的妈！就一开始往后面，上还有一个检查点，然后呢？后面不是有个传送带吗，亚哥？啊！你可以扒拉上去的。可以扒拉上去的这里。啊，在中间。我操！其实上面把那个肚子塞到缝里面卡，这样子。不是，人太多了。太多塞个屁啊！都来塞了。这群人都来塞了，大楼子都来塞了。本来就我是一个人塞的，要把楼看见我这一起全来塞了。像我这样，原来这中间可以塞进去、啊。然后到最顶上，最顶上往后跳。乖乖，一群人就在往中间挤。我正常过了，我不是偷鸡的人。投机，你这么多人卡肯定过不去的，百分百过不去，算了，就正常过来，正常过这说不定还能过得去，对吧？是不是？你说的有道理，有道理，绝对有道理的呀。这么人太多了，不然很好卡的。你怎么又过来了，鸭哥？喂，怎么回事？走吧，逮住。人少了嘛，就是可以稍微卡一下。哎，这边好了。鸭哥不是正常过吗？你正常过呀。
哎呦，上面砸下的人给我砸下来了，真是牛子！你不是那个大哥？哎呀，太惨了！哎呀，我受不了了，人太多了，我都想着偷，都想着要偷我的，也不知道在偷点什么，有什么好偷的？哎，偷到了！偷到了！是这里的话要怎么偷呀？嗯，肚子大一点就能卡进来，雅哥。就往下走呀。往哪边走？这么冲，偷不了了。大一点就能卡进来。那这就正常过关了。正常过关。这里就相当于提前。对，就不会走下面的。但是就不是偷的，这是作者设计的吧？他在这里设了个存档点，那不就是给你设计的？对呀、啊。你喜欢偷鸡，就让你偷在这里。往左边铺，那个。哪里铺？左边。示范一下。左。啊，对。哪里铺阿兵？哪里走？这里是哪里走？这里啊、阿兵。下去，下去呀、啊。这里就是二层，然后再怎么走？正常走，正常走。那这里我之前跳过了呀，那之后是怎么走的？之后就是从这里一路上去。他这里是这里偷是只能到这而已，那没什么难度的。对对对，只能偷到二层，没什么难度，没难度的。就是，哎呀。大哥上来了没有？马上，别着急。哎，怎么时间又结束了？还有30秒喽。怎么又没了啦？不要啊！在这里，就这里跳呀，对不啦？没错呀，我看到位置没错的呀。到这里。哎呀，谁那么快通关呀？给个机会看看后面呢。对啊，给个机会看看后面啊。现在问题就是我到这儿，然后这个风扇吹过去之后，我又回到那个点位了，就。不是。没有，他是要从那个有滑浆的那个。你在滑浆那个板。我滑浆。对，我知道，我滑浆那个板滑下去了，所以就掉回去了。不是，不要滑下去。不是。我是不当心滑下去了。我懂了，我懂你意思了。滑浆的右手边不是一那个什么栏吗？然后你要跳到栏上面去。吹到上面去就可以了。对，滑浆，我是滑滑那里滑下去了。哦，你那个太猛了，说的。我懂了。那滑滑的滑浆再上去就到终点了吧？嗯。啊、OK。滑浆，你要从那个右手边那个建筑里面有个风，你要跳到里面，要踩着风上去就行。OK。这把过了。主要是不知道那个风扇出来之后打到哪儿，你知道吧？有点糊涂了。我想彩虹桥再跳下去又回到原点，我想不对啊。但风扇那里你一旦失误，从那个就是带岩浆的板子滑下去之后，你就回不来了。如果你吃到其他减压点的话，就回不来了，就刷新了就。有一群人往回的，我不投机。我不投机，我坚决不投机，我稳健乖。我是稳健乖。讲也很快，
电梯这里没人了呀，是吗？我已经上来了，我已经上来了。哎呀，哪像阿佑啊，我的还在电梯电梯。把我们一起送下去了。别直接进啊！等你哦。等你啊，哥，我们坐准点就等你了。大哥，你人呢？没上来。人呢？大哥，来来来，别急了。我又不偷鸡的。大哥，上来。这里，你掉哪里了？哎呀，哥，你怎么回事？那滑滑板子上不去啊！啊，飞扑一下呀！没他妈上把自己也没过。那个电梯也是，电梯只是跳过第一段，现在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段了，兄弟。现在你再去电梯没用的，懂不？哎，小台前。那就这个位置了。莫起飞。哎呦我操！什么呀这是？哎，我上来。对对对对对，都不用飞扑，直接跳就行了，直接跳就行了。都不用飞扑，出去啦！突破了，鸭哥，停一停呐！哎呀，鸭哥，你咋这么回事、啊？那他妈飞过了我的怎么办？你别叫！上升，上升，上升，然后呢？好好好，跳下来，跳下来，跳下来，从阿斌那个地方跳下去，从阿斌那个地方跳下去。又投机了？没有，这是正版，正常方法呀。哦，这正常方法。然后从中上去、哦，然后呢？再往前面，再往前，没了。哦，前面就终点。哪个瘤子拉我？是哪个、啊、哪个他妈大瘤子？是哪个兄弟啊？啊，不想让我吃饭是吧？是哪个他妈大瘤子、啊、兄弟？我要抓住了，是哪个瘤子？我要回放了。谁他妈的这手这么贱？谁？完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啊？是谁？谁伸出的黑手？啊！三秒，二秒，来来，回放，这不得抓他呀，哥！我要看过录像啊！我得当场抓住了，这大瘤子真的瘤子！最后都进终点了，抓一下一个！不是，关键不知道那个板子是怎么上的，一开始我吃饭了，拜拜，吃饭了。喂，拜拜，不是后面这个图我得保存一下，我们玩到4170，把这个复制一下，然后新建一个，有些图还蛮有意思的，阿佑尝试着就是做点图呢，阿佑自己做一点，啊，让我们挑战挑战，做图呢，下了兄弟们，拜拜，明天见，哎呦，明天晚上可能要晚点来，有可能，也不一定来，好吧？明天晚上这个可能要等下午通知了啊，明天下午可能有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回得来啊？拜拜，反正不来的话，云哥应该会来搞暗黑的，拜拜拜拜，明天见。